接下来您欣赏相声《酒色财气》，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哎呀，上台来心情特别的高兴，同时也很激动。熟悉我们朋友可能听得出来，又感冒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月就这么一回，每个月都感冒，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身体太弱了，有可能是说明充分说明我正常，太不正常了，又感冒了，特别难受。昨天晚上去录这个今夜有戏德云大春晚，录到两点多，到家以后就三点多了，洗洗涮涮，然后再做点什么运动什么的，看也就挺晚的了。自己俯卧撑、仰卧起坐，你们都什么思绪呀？做运动都是多活累，想什么呢？都一个个，就说呀，今天早上起来就鼻子也难受，嗓子也干。特别的疼，我说给孙老师打一电话就请假就完了，后来不太合适，毕竟有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二队，我说忍着吧，我说再躺一会儿，一躺快两点了，现在再打电话也来不及了，穿衣裳洗脸刷牙开车就来了，哎呀，一上三环我就哭了，我真哭了，一点也走不动，我就蹭啊蹭啊，我在三环上我闯了仨红绿灯，三环绕红灯，对不起啊，你不得说火车上买票排队排三环了，太强了。好好，可能说的太多了啊，说漏了，说漏了，说就起晚了。是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还编？不是，就是感冒来着。他说弄死你。你。在座的朋友们上这儿听相声来，挺好的事情。今年呢，是我们在张园最后一个礼拜演出了，是不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转战德云社了。德云社。过了年以后。我们再重新调配，在哪个单位？不是，你意思你要在哪个剧场去演？说你要干嘛？这是重新再调配一下，换单位呢？不，我是一个人啊，我是一个人，这个。我干你！喊你呢。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好好说啊，饱吹饿唱嘛，对不对？咱也就不唱了，为什么不唱呢？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确实啊，给您说一回。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您都有同样的爱好，什么爱好？都爱听相声，奉劝您常听相声，是，特别是剧场的相声。我们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真的，我们跟电视台的相声不太一样。是，电视台的有删有剪，什么特别精彩的、特别另类的画面，它都得删了。我们这个不是，事儿还有另类画面，偶尔，哦，比如说提个裤子呀什么的，它都得删了。像我们这个不行，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对对，我们说错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就重新再来，你也听不出来，是吗？啊，我们说的再说错了怎么办呢？怎么办？观众听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爱怎么办怎么办？你把我点到极致了，就这样，那没辙，都爱听相声，是个好事儿。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经过我的总结和研究，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的爱好总结四个大字。哦，什么爱好？酒、色、财、气四个大字，奉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这四个字不要去沾。如果沾的话，您的生活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啊，容易得病。这人呢就容易堕落。真的真的。你能怎么？这么美呀、啊！这四个字
怎么了？这四个字是生活中必须的，是吗？我知道四句话说这四个字，您给说一说。您听那四句话，酒色财气，说无酒不成宴席，无色路上人稀，无财谁肯早起，是无气反被人欺。这么四句话什么意思呢？费这劲干嘛？我今天这个思绪不太正常。哪天正常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最好是这样，咱们从头一句开始。说无酒不成宴席是什么意思？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啊，家里来朋友了，甭管来什么人，烤八个呀，你做十个菜，摆一桌，在这吃，没有酒，这叫家常饭。您说来一个朋友也好，您弄一盘咸鸡蛋，弄一盘花生米，喝一瓶酒，这也叫酒席，沾酒就成席。您明白吗？好吧。您是明白是不明白？第二句，第二句，无色路上人稀。这真的。到这字儿这么主动吗？我微笑不行吗？你都不止微笑了，你呢？说你笑容里含着事儿呢。别说了，这次跟你想的那都不一样。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你能想什么呀？我你想不了好的，你这是正常的。正常的结婚生孩子，不好色就不结婚，谁找媳妇儿？你想都不好色，这色不沾，不结婚不生孩子，人不繁殖下去，这路上人不是越来越少？无色人稀啊。三一句，无财谁肯早起？怎么讲？您看这卖菜的啊，大冬天甭管几点，三四点钟起来，冒着寒风才得准菜，也得上菜，也得卖。为什么？挣钱。他要不挣钱，你让他起来，绝对不起来。您说是不是？对，无财谁肯早起？好，还有一句，无气反被人欺。怎么讲？这句最在理。这个人就得有脾气，脾气还得大。您知道吗？这脾气越大，他不吃亏。你看我活这么大，我三十多年啊，我这一辈子脾气都这么大。我这么大脾气，我跟您说，活到现在，我挨了八百多回打。您稍微等一会儿。什么？等您这么大脾气，从小到大挨了八百多回打，打我的比我脾气大，谢谢你。哎，这怎么说话呢？您说的啊，稍微有那么一点道理，就是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往深了走，别拿这四个字当回事儿。往深了走，这人呢，生活容易出现一些偏差。我就说这个，就说你就学沾一点儿。对了，我也有我的一番理论。你好，理论的。咱们今天大的说、啊，先说这个气。气大了伤肝，对不对？我这中医里有啊。中医有，中医有。我们家有一本书叫《中医》，哎，那里头有气大了伤肝和。您这书叫中医啊？这什么玩意儿书？这是说医生的事儿吧？就是啊。哦，中医。哦，这书，里边说这个。对啊，头页就是气大了伤肝，然后合左脸。这。左脸。对了，气大了伤肝和左脸，它有道理啊。您这书是不是借我上的？哪天吧，我再跟他们讲一讲啊。拿他来说，他这人脾气就大。我真的，前些日子请我们去这个离昌海鲜啊去吃饭。哎，我什么脾气啊？这那我们能不去吗？对不对？我们都去了。你说对不对？上了上两大桌子菜。哎呦，什么叫螃蟹？那个叫大虾。上，他也上来了，他站起来。啊，几位？你们先吃着，我上个厕所，一会儿我就回来啊。行，慢慢就洗手间走了。其实跑了。
跑了。对了，为什么跑了？嗯，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去演出，这叫商演呢。哦，挣了些钱，没带他去，他生气，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呢就让我们花钱，他跑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一带，劲松也不干了，他不到三分钟到年庆了。快呀，我够快的，我说你了，特别快。哎呦，到年庆自己找一家小饭馆，往那一坐，喊服务员自己吃啊。服务员过来，快点，脾气大，自杀了啊。脾气大给自己刀啊，脾气大嘛，没有这么大。服务员吓坏了，那可不吓坏了，行行行，给您刀。哎，比我还大，让您痛痛快，让我痛痛快的。别废话。嗯。点菜。哦，点菜。行，那您点什么？我们这您看是个小饭馆，什么都有，您可以随便点。好啊。什么都有。嗯。我可以随便点吗？随便呢。好吧。嗯。蒸一个骆驼。哎。不要切。哎。多少锅呀，这就是啊。服务员说了，这个没有，有不了，您换一个吧。这都没有，换一个吧。换花生米。哎呦，这你咬什么字儿啊？来仨。来仨花生米，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来一全活。齐了。哎，我这么大人就撒花生米齐了啊！我耗子，我是不许灭化自己。哎，那再来一个吧。再来什么？来一个松花蛋。哎，松花蛋。嗯，半俩啊。半俩。半俩松花剁碎了。哎呦，弄一盆姜汁儿，把这个松花搁里头，在这个姜汁里头寻觅松花蛋这个过程，哎呦喂！我疯了，我做一盆姜汁，我这划了怎么着？我这个过程嘛，什么过程？寻觅嘛，寻觅这寻觅着做坏了都。快去！哎呦，我大伙儿看上来了。哎呀，还不错。两大盘子，哎，更大盘子，哎呦呦，里头仨花生米，那收拾干净似的。他心里琢磨了，他心里来气了，那不来气？哎呦呦，我先吃哪个？别挑了啊，就这点东西挑什么呀？先吃哪个？难受了，怎么办？抓阄，写仨字：蒸、煮、炸。那花生米，那好了，走你。煮的，那这是煮的，哎，怎么了？这是炸的。我缺心眼儿喽，看不出哪是炸哪是煮的，我这怎么办？再来回吧。三米分炸的，哎。一盆姜汁儿啊，那里头还有松花蛋呢，不一定有，看不见这玩意儿。他开始寻觅呀、啊，我寻觅什么呀？我拿罩子来，罩子不就拦得住？我要捞，捞什么呀？拿罩子，捞不上来。啊，拿一个丝袜来。哎呀，拿丝袜那有松花蛋的味儿。寻觅嘛，寻觅这个过程自己感觉好。哎呀，我这多好吃！哎呀，我跟他们一块吃，是吧？气死他们！正吃着呢，旁边过来一个大胖子，哎，大胖子比他还胖，得有600来斤，比他沉10斤。大胖子往那一坐，我500多斤是吧？沉10斤啊！我减脸多少斤？大胖子，沉不少呢，沉不少。啊，他自己往那一坐，点菜，点了好些个菜。哎呦，点了一个炒菜，炒什么呀？炒鸡蛋，炒黄菜，炒黄瓜片，过醋的，炒肉片，炒木耳，炒黄瓜蛋，
就来一个木须肉。你有七个菜，俩木须肉，单点一遍干嘛？这是人家的思想。大脸破了，中间弄一大盆，哎呀，里头放了一份木须肉，哎呦，大胖子在那看，看了有20分钟，把所有的菜全都捉进这个大盘里头了，最后一看还是木须肉，他觉得很奇怪，就吃吧，让我吃吧，有钱吃吧。嗯，一盆米饭，哎呦，一盆米自己扛着放那吃，他生气，他来气了，什么生气？他那天还感冒了，也不是谁感冒，吃死你。雷锋不理他，他生气，是不是你？还不理他，他走过去了啊，往旁边一站，吃死你！听不见是不是？吃死你！麻烦呢？怎么那么有钱呢？你媳妇也干那个的吗？干嘛也干那个的？哪字儿啊？比较好的职业。没有。你说这气谁受得了？哎呦，这个大胖子站起来，揪住他的脖领子，啪，大贴子就过来了。哎呦，所以说气打了伤肝和左脸。我气性又太大了啊！伤肝和左右脸。那气性再大，就伤肝和直接死去。那伤什么肝呀？都死了，都挂了。哎呦，气大了不好吧？容易受伤啊，是不是？说人也少。咱再说这个财，财怎么？要说这个财呀、啊，嗯，分三种。哎，三种：财主、财奴、财商。这三种。先说这个财主，有钱可以支配自己的钱财。比如说3万块钱买一条裤子，打劲走累了就敢往地上坐，不在乎，不在乎。哎呦，可以支配自己的钱财，财主，财主，还有一种是财奴，奴怎么讲？钱财的奴隶，支配不了自己的钱财。比如说30块钱买一条裤子，打劲不敢走道，哎呦，啊，就这样。哎呦，我这怕起褶呢，怕这个裤子起褶。哎呦，支配不了自己的钱财。还有一种是财烧，财烧怎么讲？就有钱烧的难受。要说这个财烧，得说他的媳妇儿，孙越的媳妇儿，媳妇儿就爱招嫖。爱什么嫖？那不吃一辈子亏呀、啊？还挣一辈子钱呢？没有啊，就他媳妇儿我们嫖嫂，别嫖嫂子了。他媳妇儿我们爱嫂，爱嫂。嗯，当然了，他媳妇儿也能挣钱，什么？一宿啊能挣200-300，有时候能挣400-500。他活好啊，给人送家里500-600。不是干什么呀？这是扒我干什么？废话，怎么要扒了你了？我怎么了？我媳妇儿什么班啊？这是啊？怎么了？啊？他一宿挖200-300，怎么有时候五六活好像送家去呢？啊，什么班啊？反正挣钱呗，这是。废话，我还不知道挣钱了，我问你什么班儿？你就甭管了。我媳妇我不管，什么班儿？夜班吗？我还不是夜班，什么班儿？就他那个班儿啊，我要是去了，我要去消费了。怎么说呢？我也掏钱。老板，咱别闹啊，咱说清楚了吧？嗯，什么班？大排档。大，卖羊肉串怎么了？是不是夜班？我怎么还活好送家？外卖呀、啊。大排档啊。你以为呢？大排档。管财，就大排档，大排档，对，就这么想啊，我怎么想？
三四百，活好啊。好话不能好说是吧？好不好啊？生意火，对呀对呀。他给人送家去，哎，吃串的多。他们乐什么呢？到了晚上收摊了，把衣服一换，往家走。换什么衣裳啊？他们的衣服都是油烟啊。哦，好看啊。换好了衣服往家走，把钱掏出来数一数。又挣了钱，我挣多少啊？二百。二百这么数啊？一毛一毛。哎，啥也好，这太零碎了。数完了往兜里一揣，往前走，走十步掏出来数一数。这么爱数钱。搁兜里往前走，走十步掏出来数一数，走十步掏出来，啊，这儿呢，没有，总是数，总是数，啊，还没到家呢，这钱花不了了，怎么呢？成白纸了，哎，数掉了，改了，有钱烧的，哎呦，难受，是吗？这是财烧，哦，咱再说这个色，色，就是新华字典上管它叫色，就色，啊，色色。就那个字儿，哦，这你拼的挺对。哪来的？大学毕业，就是色啊，这毕业就学习色字儿。嗯，甭管了。这个好色其实不好，要说这个色，得说他的爷爷。你等等，孙越的爷爷，你等。我咋刚才就是我们家人？怎么到这还是我们家人啊？你说你们家人？说我家人？啊，你们家搭女房吗？说我爷爷，哎，说你爷爷，行，就说我爷，我爷爷，不行，怎么了？说我爷爷，我爷爷不乐意，我爷爷乐意啊，啊，你不是捧人的吗？哦，捧人就这样说是吧？啊，都我家人啊，啊，就是他们家人。找不着你家人了。他爷爷就好色，真的。他爷爷年轻那会儿四十来岁，解放以前那个妓院都合法化。他爷爷经常去，头一天去了，妈咪，老鸨子吗？老鸨子啊，老鸨子，嗯，出来，老鸨子出来，来啦，大爷呀、啊，哎呦，这就是你奶奶。我看你们家传着有点。有新来的吗？嗯，有，多大？十八，走，回家结婚去。就是结婚，你们家结婚去了。哦，高三去吗？哦哟，转校去了。又去了。有新来的吗？有，多大？十六，走，结婚。对，啊，听他去，听他去。就这么说吧，他爷爷娶媳妇儿，一共娶了五个媳妇儿。我这一礼拜没闲着。六日歇着。六日歇着。嗯，五个媳妇儿。就这么说啊，嗯，头一个，嗯，那叫妻，哎，正式，剩下那四个叫妾，偏房。他的父亲是大奶奶生的，对不对？哦，对对对。他的母亲二奶奶生的，他是，我看奶奶生的，我们家够乱的。没有啊，我妈是外边迎娶进来的。迎娶进来的，那会儿他爷爷四十来岁，花白头发。又说花白了呢？那可不嘛，头一宿啊，跟大奶奶睡，大奶奶呢岁数稍微的大一些，哦，希望老头啊跟自己般配。般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拔他那个黑头发，剩白的多，都给薅掉了。哦，哎，第二宿呢跟小奶奶睡。小奶奶岁数稍微的小一些，希望老头儿跟自己般配。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偷拔他那个白头发，天天拔，天天拔。啊，半个月过去了，您再瞧啊，陈佩斯拔秃了，好色吗？哦，好色，好色不好。好色没头发。对的。咱再说他的父亲。还我父亲的事儿了，酒呢？他父亲好喝酒，是我们一家子的事儿。这是，嗯，
当然他父亲那个酒量不大，是吗？啤酒呢半两，半两，别喝了，这个半两啤酒喝下去，当时啊醉了，哎，我到死了来着，我想白酒呢，拿筷子蘸一下往嘴里一放，啊醉了，别喝了，看见酒精俩字儿，啊醉了，酒量不大，是但是好喝，好喝，一喝就多，一喝就醉，有这瘾。那得亏他们家有个明白人，谁呀？他的母亲。哦，我妈。啊，就是二奶奶生那个。二奶奶。别提这个。他母亲明白人。啊、哦。老李。行，我姓孙，我父亲姓李。我说你父亲姓李了吗？这不是老李吗？你父亲姓孙，啊，叫李。孙李啊，你妈叫赵贤。好，这就省事儿啊。啊，俩人喝起来一句话是吧？老李。哎，别扭。老孙，老孙。老孙。悟空。我爸被悟空弄成这样了。你真有二叔。老孙，过来，让我抽你。凭什么呀？他父亲说了，喝多了。行，行，你凑过去了。哎呦，喝习惯了。就是柏林的，啪啪啪，那个令大令令大，那个令大令令大令令大。开小碗。在1983年，就别唱。哎呦，唱一段，20来分钟，他母亲也歇够了。站起来就是柏林的，啪啪啪，令大令令大令令大，来打呀！有一个酒迷爱喝酒，来分场，分成小段吗？你爸不得分场吗？来这场分，这场不分没有，分场小段吧，轻轻挨打，轻轻挨抽，时间长你搁谁谁也受不了啊！上我们家找我去，想让我给他出一主意。哦，你聪明了，当然了。到我们家一推门看见我了，嗯，跟我聊天，我、啊、跟你说话，兄弟，兄弟，兄弟没有啊，叫侄子，喊我小月，小月，小月，哥哥我有难处啊，不一样，不一样，小月，我有难处啊，你可帮帮我呀，我说您怎么了？您嫂子不让我喝酒啊。我们那位不让我喝酒啊，嗯，天天抽我呀，这受得了吗？你这怎么了呀？你说啊，这没溜啊，哎，还笨呢，我也好喝酒啊，我怎么就不爱抽呢？咱有主意啊。什么主意？每天喝完酒回家，到家门口嘣嘣嘣敲门，门肯定得开，门子要是一开，把这衣服一脱，哐当往里一扔，当时我媳妇就吓坏了，哎呦，进，别在外面丢人现眼，进。我就进去了，是啊，往沙发上一坐，姐，啊，我倒洗脚水，我要喝茶，哎呀，我去，多味儿啊，这得，洗完了脚，喝完了茶，往床上一躺，第二天烟消云散，哦，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呦，多好的主意啊，这主意不错呀，他父亲一听，对，那什么，那谁，我走了，谁呀、啊，我走了，我喝酒去了，哼，喝酒去。你喝酒多呀？是，喝醉了，晃晃悠悠回家，到家门口，梆梆梆敲门。你还别说，门还真开了。那还不开？门开了，脱衣裳吧。啊啊！我们是脱上衣。啊、他父亲全脱了。哎呦，老头儿，怎么着？穿多少这是？哎呀，好穿件套。有一个大球哐当的就扔进去了，刚扔进去门又关上了，关上了。这会儿有个女的说话了，说什么呀？下一站西单。谢谢朋友们掌声鼓励，说起内心深处的话，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
真正是啊，肠胃难受，然后 也冒虚汗，没有关系，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来给您表演。有人说，您说一个，唱一个，怎么都行，只要您觉得这个票钱值了，您满意了，咱就可以散了。你要说不满意，我们今天觉得不怎么好，不给力，没关系，我们就不下去。我没事儿，我撑得住，他这俩腿撑不过来筋啊。我也没病，都这么说。再给您多说一会儿，为什么说这个让您觉得这个票钱值呢？曾经啊，我师傅曾经给我打过这么一个比方，说观众往这一坐呀，他有那些活动。什么活动？比如说他拿着一张票，30块钱，他往这一坐，他看值不值？看七场节目，他往这一坐，头一场节目还挺卖力气的。3块钱，走你，他撕下去3块钱的，又剩27了。哎，哦，第二场这个还行，5块，走，剩二十二，撕下去5块钱的。哦，第三场这个一般，2块，20，哎，这个稍微再差点了，哎呦，啊，这个那倒倒钱，哎，啊。从这个兜里掏出胶条来，再往回粘。哎呀，这么没溜儿了，这是内心活动，是吗？如果说让您觉得不值，他下回他就不来了。哎呦，咱非得让您觉得值，怎么值？多多的卖力气哦。观众往那一坐，拿着票，哼，第一场就给力啊，给有劲，10块，噔，这就1/3了啊，撕下去10块钱的。哎呦，第二场还行，5块，哎呦，走，1/2，哎，第三场8块。就剩7块，走，第四场，好，这真棒，哎呦，什么？补票去吧，他自己他就补票去了，对，这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内心深处的东西，虽然呢有些夸张，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对，就得让您坐住了。让您好好听，嗯，我们呢也多多的卖力气。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再给您好好说一回。好，说点什么呢？说点实事儿，嗯，就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咱们生活当中。说这位老师，他这人挺有钱的。哦，有朋友说了，你们说相声是为了挣钱吧？是吗？是。我们就是为了挣钱。哎呦，可是他不是。我怎么了？家里有钱。我家里有。富二代。你说这什么叫富二代？他哥哥特别有钱。富二代，你们家里是平辈儿对？谁有钱？我父亲呢？对，他父亲有钱。哎，传到他那儿也有钱。他父亲是俏江西的老总。俏江西啊，他最近弄了一个妞叫大 H。对对对，是不是大 H 有一个妹妹叫小 H 啊，他们姐俩长了一个本田的脸，小哥哥脸，哎，是吗？有钱，这人呢有了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可是他也是，我也是，买房了吧？买了，在北京买的，嗯，三环里，对，三环里房子多贵呀，是，他买了一个9居室。三环里的小别墅，9居室，哎呦，他的9居都在一层，9居9卫没厨房，我包里能如家，你怎么说话呢？不在一层里头，9居9卫没厨房，不就如家吗？怎么？啊，不是，他那房子那个外墙是黄色的，门牌还蓝色的呢，就好像家一样那么温，就是如家，把家一样那么远，那不就如家吗？那有钱包得起吗？对不对？是不是？他有钱呢，就包了一层如家。哎呀，有钱呢，有钱包如家。他心里琢磨了，我有9间房子。我能娶9个媳妇吗？嗯，这随我爷爷。我能娶9个媳妇吗？上网一查，不行。这还要上网啊？咋又上网啊？他怎么了？不用啊，
老师都知道父亲啊，解放以后就不让了，不让了、啊、不让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哈、啊？这话可不是这个的。啊，反正是，他想让自己妻妾成亲，还是有遗传？这怎么办呢？在这个大房间最大的这间房子上面写了一个字儿，什么呀？妻。妻，嗯，上面他发现妾，哎呦，妻妾成群，那好比，哎，模仿自己的爷爷，哎，那谁给他爷爷烧纸，我给你做啥？别听这个，高兴高兴啊！我早就走了几年这会儿，美呀、啊，真是高兴，呵，房子有了，买车呀，嗯，我得买车，真的，买大车，大车，好车，什么车？嗯，宝马，嘿。宝马一系，一二零，宝马一系不是什么好车，就宝马七系，对七系，哎，七幺零，1.0的排气量，哎，风驰电掣，行了行了，我买一啾啾的我，1.0排气量，760，宝马760，哎，提车回家了，是，停在那个。如家底下，我高兴了，买呀！三天以后又去买车了，我都买宝马760。我看你买，你别买一辆买七。小伙子，我买车。我说的。宝马760，家里不是刚买走一辆吗？嗯。三天以前您买走了，对不对？管着吗？我需要再买一辆。我是富二代。哎，我爸爸俏江南。别说了。我娘们大癌。哎，行了。管着吗？这个宝马店里说日本车合适。我愿意买。不是，先生，为什么再买一辆？我需要明白具体怎么回事啊。嗯。因为我那辆车烟灰缸满了。我就要再买一辆，我就一缺心眼儿。后来人家说了，先生您可以再买一个烟灰缸啊，买烟灰缸的可以吗？废话，还问呢？好吧，哎，这100多万送你了。这得花了吧？那可不嘛，哎呦，娱乐嘛，玩嘛，花钱玩啊。哎呀，这是买车，还吃饭。是经常带领着自己的妻和妾出去玩去，哎，没有那么多，就媳妇一人带媳妇出去玩去吃饭，去那个大饭店，哎，一般人谁敢去？我们俩是屎壳郎，他妈还大饭店？哎，我们要大饭店是，你哪儿吃啊？火锅城。哦，你这还带鸡的呢。火锅城叫大饭店，大饭店，哎，高消费的大饭店，好啊！带着媳妇儿往那一坐，喊服务员，服务员，过来，快点，哎，知道了，我非得死饭馆去吧，脾气大呀，服务员吓坏了，先给您挑，这还是年轻的饭馆。别废话，点菜。先生，这是我们的菜单，您可以随便点。随便来。好吧。嗯。炒一盘儿。炒一盘儿。这一盘菜炒了。对了，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盘儿。真有钱啊！先生，这个菜也太多了，您可以随便点。好吗？你点这么多，你也吃不完。别浪费。好不好？不是我不点，我真不认字儿。不认字儿，要这样，您上面有图片，您摁哪个，我就给您写哪个，好吗？看图说话。哎，好吧。嗯。太便宜啊！什么意思？太便宜啊！然而，我要自杀了。我们真便宜。有没有贵点的菜呀？贵点菜，像后边有特别贵的菜，嗯，有吗？我还十数呢。这好，这怎么了？这好，这会儿八位数，这菜我们不卖，这为什么不卖？这不点的吗？凭什么不卖？有啊，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再给您说一个小事儿，说点谁的实事呢？他，就是他的事儿。他这人其实特别有钱。我再不给你买药。刚才说他有宝马760，这都是瞎说。他有车，有车，九手的奥拓。车牌照清 A。清朝的牌子。清的清朝的牌子。我还说清哪个牌子都。清朝的牌子。九手，我这样放着。最少一手得30年是吧？薛雷、薛勇那年，薛雷没有，有钱呐，所谓就这儿。九手的奥拓，没什么错。今天早上起来给自己的汽车打气。给汽车打什么气呀、啊？汽车汽车的嘛，没气怎么行啊？我在后边一拔分，自己怎么了？不是。为什么打气呢？头一宿啊，经常有人给他放气。谁这么缺德呀？就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啊，经常给他放气，啊，都给他放了。哦，他着急呀、啊，今天早上起来打气，天天打。嗯，那天下楼打气，打打打了没有5下，砰，崩了啊！头一宿人没放。我是缺心眼儿，我每天下楼现在打气是吗？开车出去玩去，带领着自己的媳妇儿，就那个嫖嫂，然后还有他那个小宠物，一只小猴子，哎，一家三口出去玩去，上那个，你们家跟猴论人口啊，俩人带一猴就完，两口子带一小宠物，哎，出去玩去，开着他那个九手的奥拓，我这是清 A， 开特别快，还上高速呢。还上高速了啊！哦，一上高速坏了，怎么了？出车祸了，撞怼了，哎呀，出事了啊！当怼一棵大树上了，突然难受。你知道什么叫支离破碎？高速上，我撞树上，这高速上怎么有树这玩意儿？高速高速的吗？是高速啊，是高速啊！高速上有树，现长出来的啊！现长的啊！哦，头一宿刚长出来这么粗，那这啊好，给我预备的。啊，当给扔了，哎呀，支离破碎，他都不行了，是吗？他媳妇儿从中间切开了，切的啊，断了。哎呀，得亏那个小宠物，一点事儿没有。猴啊！哎，警察料理完你们两个，料理了，俺们俩坐了，从哪儿就料理了。就问那个小猴子。啊、警察问那个小猴子。这你等等吧，警察料理完了就问猴是吗？这警察懂口语啊？万一这个猴懂人语呢？对吧？哦。悟空，我来了。二十五公都撞不了车了，知道吗？老孙，别老孙，小孙，猴孙，小猴子，我来问你，啊，出事以前的事情你都知道吗？再看这猴子，啊，好正常，这猴很淡定啊，猴精猴精的吗？出事以前主人在干什么呀？那我干嘛呢？在看猴子。哦。我鼓人圈呢。哦。还抽烟抽不要脸啊！怎么说死者呢？这怎么说死者呢？不是，这是警察下意识的话。警察说下意识。嗯，我再问你，抽完烟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亲嘴儿，哎呀，缺德！亲完嘴儿他们干什么呢？再看这猴子。哎呀，怎么搞这个呢？我问你，当时你在干什么呀？猴干嘛？在看猴子。开车。
就是说一个吧，好不好？下一个，太晚了吗？我这嗓子还唱了。说一个，说一个，说一个吧，说一个，说一个什么事儿？不老常说的。说一个小字。有我。行吗？前面都白说了怎么着？前面哪个问我了？说个我的事儿。好、哦。啊我的事儿，其实我这人呢，特别有爱心。我招你们惹你们了？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嗯。到你这儿，善良人这么清楚说我是一个心善的人。再见。小心左脸啊！左脸为什么这么胖？为什么？其实我很瘦，他出来就让人抽的，他抽你人疼。我看这，哦，你这边瞧一下。您说一个我的事儿啊，真实事儿。我在家养了好些宠物，狗啊猫啊。那天我发现我们家那只狗，我们家养了条狗。别指我什么的，我们家养了一条狗，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猫。哎呀，这不是狗的恶意呢？乐意吗？我哪知道，我们家那只猫呢，没有狗粮了，我一想，你家这猫重口味，你给它起名叫猫怎么了？我们家猫没有狗，这谁明白呢？我们家的猫没有狗粮，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还得去给我们家这个猫买狗粮去。哎呀，超市也比较久远。久远啊！您住哪儿呢？您这？我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怎么办呢？我发现我楼下有一个小卖部，人家就卖这个狗粮，有牌子呗。那我就去吧，溜溜达达我就去了。门口那个老板娘，这大姐，大姐正在门口抽烟呢。大姐抽烟呢。抽完烟，这大姐还是这样，啊，我赶紧过去吧。我说大姐。您这儿有狗粮吗？大姐说了。说什么？我闭着烟过了。有啊。快来呀、啊！我说我们买点狗粮。有狗吗？你多气人！没狗，谁没狗粮？虽然我们家那猫它没有狗粮，但是我也得买狗粮啊。对啊，给我们那只猫买狗粮啊。没有狗就不买狗粮。我有。有签去呀、啊！你多缺德，干嘛呢？还得让我回家去签去，啊，签去吧。万一跟你都闷着呢，万一回家签。嗯，大姐您看，这就是，啊，虽然它叫猫，它是一条狗，它缺点狗粮，卖我吗？那卖给你吧。卖给我了。啊。第二天我发现，怎么了？我们家有一只猫。哦。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狗。我们家这只狗呢，没有猫粮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这是不好说这个。他得买去。哎，您别乱了。还上大姐那里买去。大姐，您这有猫粮吗？谁说乱了？我说您这有猫粮吗？有啊。有啊。您卖给我吧。有猫吗？有啊，先去啊。大哥多呀，大姐干嘛都解闷儿呢，是不是？再回家弄我那只猫。哎，弄你那只猫。走走走走。
大姐，你看，这是我们家的猫，虽然它叫狗，但它是一只猫。啊，你卖给我吧。行啊，卖给你吧。大姐，你都不屑，你多讨厌这人啊！没有，卖给我吧。规矩。不行，我得整治整治它。是人家呀。哎，回家我做了一个箱子，抽奖的那种箱子。哦，是不是做那个？上面有个眼儿。哦。我往里边装了点东西。搬着我就过来了。大姐，大姐。干嘛呀？买东西。买什么呀？摸。啊？摸。自己摸。啊，奇怪了啊。大姐是没事干了。啊，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你咋还有西瓜籽儿？什么？小伙子，你买什么呀？买什么呀？大姐，我买手指。来了！给您唱一个小段吧。唱。拆不了了，今天。每天我单独给你唱一个。你说你抱我，然后我就能什么观众这是唱一个什么你来你票钱值吗值了不看让他看一个吧一会儿你来看看啊咱就来告诉黄阳洞吧咱唱黄阳洞黄阳洞我从来没唱过这种花脸的劲都唱一句我试着唱完了这太累了哎把钱给运上我当牛红娘啊东千里迢迢路不通昨日的元帅得意蒙堂猛见他府老人荣的千方倒骨半世家当命二字刀骨下半影的真的还要哭唐代的包括红娘东就往上看上第三层豪杰窜着龙的夜里马红啊东啊看到了没？这好听吗？还看到了啊！我们后台这个小胖羊他唱得好好呀来一个给你唱一个二字的对歌吧好不好今夜游戏欢乐盛会到底是谁得与二对兄弟姐妹快来二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观众朋友工作很累来到这里如痴如醉回到家中还在一对三对梦想在飞谢谢好本场演出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我们晚上再见那咱们首先呢就请出何云伟李菁邢文娇等为咱们表演劳动耗子怎么说呢？谢谢大家的支持。
实，哎，你看这种演出啊，实在是不好演，怎么了？观众跟演员的距离特别的近，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啊。您看看这脸上有几个转疙瘩，你能不能看得见？咱别提这个行吗？离得特别近。另外，这相声呢，还得靠说。对，得把人说乐了，没错，这跟唱歌跳舞还不一样。嗯，唱歌跳舞啊，您不需要乐，您一乐他跑调了，对，出错才乐，他就跳错了。是，这相声得让人乐，必须得乐，但是我们的特点呢，不乐不行啊。这跟电视台录像还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呢？电视台录像，你这坐着一个副导演啊，一脚单杆一坐。干嘛呢？啊，站起来叫观众招手，这什么意思？示意观众，让观众鼓掌，哦，起到这么个作用。底下坐着好几百位呀，啊，哦，掌声雷动，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哦，掌声四起，两个演员一鞠躬，啊，掌声，你说话，今天。我们两个人，哦，这还是个老口的节目。给您说点相声，哦，说的不好啊，说的不好就鼓掌，说的。你看今天的观众多好啊，一份鼓掌都没有。这个没玩，这个没羞没臊，可能也听得多了。该大的气了，三个三个，得当中的脸吧，该干吗？对对了，真的，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喜欢听相声，哎，相声的题材跟素材都来自生活。那是啊，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啊，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加上我一共八个人，啊，八位。我一看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的，下饭馆吧。哎，八个人呢，要了一大桌子菜，正当价，我要了一盆叫甲鱼汤，就是王八汤啊，多明白呀，哎，王八汤啊，大王八热气腾腾，得够三斤的，个儿小了不行，对，大王八是。我拿着勺呢，摆了一勺汤，我这么一尝啊，还真鲜。我就夸这汤好呢，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他说什么呀？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这服务员说的多好呀，啊！我不会说话，咱有素质有涵养，不跟他一般见识，甭说那废话。过来，给我个炖炖汤，炖炖汤。服务员过来，赶紧分汤，别光分汤啊！你们还有肉的吗？把肉也分分。你们还有蛋的吗？把蛋也分分。我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怎么呢？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讨厌，让您听听，是不是？这挺可乐的，是不是？你也够讨厌的，这个拿一家子就表真这样。相声演员呢，得多说懂，什么都得了解一点。有四门基本课吗？多学逗唱。哎，这个学字最难，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是，尤其是这个学唱啊，最体现功力。嗯，是啊，我就比较学。哦，哎，尤其是地方戏曲，嗯，我这您好唱戏，哎，好客气啊。南昆北艺，中有西方，这都会吗？哎，啊，有人说了，长兴一出戏什么呀？楚成会啊，有啊，多好听啊！嗯，那叫什么呀？啊，吹腔，对，对不对啊？对，我就喜欢这个。嗯，春雨和云长，尤其是那两句啊，叫马棚那点特别的好听，太好听了。您让学学吧。大野鹿叫，
这镜头，哎，我真崩了，至于吗？长得俊，哎，这个吹枪，对呀、啊，符合人物身份，嗯，关老爷吗？平戏好听不好听？好听啊！唱这个不合适。哎，您猜到了，确实不合适。依我瞧，平戏唱这一样。你出个主意啊！哎，试试啊！你再来一回啊！不拿扇子了，拿什么？拿手绢，这道具都改变了，写叫白啊！马童玉液带浓，啊，叫马。接着上来咱俩就学，可以听这个啊，
一座大楼啊，别这个，你唱小声的吗？什么耳朵呀？我没有小板，没小板是吧？再来一遍，我接啊。一座大楼啊，你那个矮一点吧。不接我抽你啊！真是啊！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你这字儿不一样。往下来，往下接啊！
上来，指着朋友说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跟个人似的。台上太热了，灯光不照，您坐在台底下不行。台上特别的热，方达得有40来度。我就穿错衣服了。小钱，那我也不脱，脱了没法看。今天这四个捧哏的都没法脱，四个。那你今个都没脱？你说是我说，四个大胖啊，千金组合。还有一个题目叫做《月圆之夜》，每个都这么圆。还有叫圆月专场，今天特别的圆，这四个捧哏的全是大胖子。谢谢您各位的到来，事情特别的高兴，也很激动。在正式说之前，跟大伙聊会天。其实今天说实话啊，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不要心里去啊，没事。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场给您说好了。因为从礼拜五开始，礼拜五北展嘛，然后昨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小事儿，早起，然后昨天晚上有专场，昨天从7点多开场说到11点多，4个钟头，挺累的，这个腿都有点稍微有点肿，老有个穴位。11点多回去，12点，啊，我说你，我是从北展也回来了。啊，我们今天俩参加聊会天，2点回去睡觉，早晨8点多起床参加一个婚礼，多缺德，今天结婚，参加一个婚礼，然后下午呢上这儿来，挨个跟这四个料，这四什么叫四个料？四个人对词儿，这两天忙坏了，赶得坏了，不过没有关系，看到大伙儿啊这么高兴，这么捧我们，不累。啊，真的不累。同时啊，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这位老师，这位杨鹤通，我们客气课的佼佼者，有能耐，捧哏当中比较不错的一位，确实是他跟那个张天宇，张天宇大伙都熟，李菁的徒弟，没错，他的师傅跟你太有关系了，张天宇还行。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叫啊，今天没有来，可能在别的剧场里演出。管宁是跟他合作一回，这位老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演员。您捧我，什么都懂，哎呀，他们什么都知道，好演员啊，演员的肚，杂货铺。哎，有这么说我们的，他这个就好比是杂货铺，是什么都有啊，都懂点，什么都知道啊。今天这样是，咱们哥俩合作一回。哎，我跟您探讨一个小问题，您说，薛微一个就特别一个小一个问题，啊，多薛微，您说，特别的薛微啊，你行吗？我可以，可以哈，我可以，行，探讨一个小问题，嗯，这是在昨日清晨，哦，昨天，我行至在十字街头。这街头就是街头的意思。偶见一物，其色黄，其味甘，其形状大小不等，或蒸，或煮，或烤，均可食之。均可，尤其烤时，随处可见。一字行车旁，跨定一没有头，内有炉火，外有此物，香飘四溢，令人垂涎，不知此乃活物也。此乃烤活食也。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科学家。这什么科学？你烤白薯的歌正好顶多个烹饪。其实我也是一个科学家，
哦，你也科学，经常的研究，哦，经常琢磨，是，这不最近吗？研究一个小课题，什么课题？我问你啊，啊，您说，秤砣见过否？秤砣太见过了，现在少见了，现在都是宫廷秤砣的那个，以前见过秤杆上放的那个，对，是不是？天地之间有杆秤，没错，秤这个。赶上张天宇了，怎么了？就这样管着吗？愣死王！您别这么着急，您说那秤那个，这个秤秤，哎，秤秤下面有一个秤砣，叫做铜秤砣吗？秤砣有铜的吗？当然了，那分量能准吗？这个还有金秤砣呢。金的啊，菜板多的是，谁也不拿那个出去卖白薯去。铜秤砣啊，会响的秤砣见过吗？您这玩意儿越说越新鲜。您说铜秤砣您见过，我还能响。哎，您这在哪儿看的呀？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哦，我上那个延庆去旅游。哦，上延庆玩去了，自驾游。哦，自己开车去的。什么叫自驾游？啊，自己开车。不，不是就是自驾的，怎么叫自驾？骑着马驾驾驾驾，咱都不知道你怎么去的。自驾游。哦。到了延庆，嗯，我发现啊，有很多的马，嗯，有很多的羊，是，还有很多牛，那边都是。有这么句话吗？啊，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是内蒙。沂蒙山那是啊，差不多。这个坑，坑、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很多的马，是马后边拉一车，大车哦，马车，哎，那个、车底下有一个铜秤砣，这个马车一走，这个秤砣哐哐它就响，铜秤砣，不是，我觉得很新鲜，我就骑着马呱呱呱，追追着他那地，我觉得特别奇怪，特别新鲜。露怯了你，怎么了？那不是秤砣，怎么？这不能讲话吗？铜秤砣，那不是秤砣，那是铃铛。啊？那是铜铃，新颖吗？新，那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开车铃，开车铃，哎，开车铃。哎呀，你真灵，还不真灵巧，长学问了。哦，为什么叫开车铃呢？我给您解释解释啊。您看延庆的地儿啊，竟是山路，你说这马车走盘山道，相对来说看不见呢，人就想这么个主意，在这车上只挂一大铜铃，随着马动车动，这铃铛可就响。嗯，迎面一听有铃铛响，我准知道对面过来车了，等山拐弯的时候就能把这车给拖开。为了会车，没错啊，起一个车喇叭的作用。明白了，你看开车铃，嗯，真长能耐。这不前些日子吗？啊，我上这个北海。我上北海旅游，我上北海叫旅游啊，玩，那叫玩儿，去玩，真的，去玩去玩。北海有一个，我看见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那是大白大白塔。您这嘴真是要了命啊！那是马的塔，有所谓吗？太有所谓了，大白塔。我谈一下这个大白塔啊，嗯，旁边有一圈铃铛啊，太有了，有一圈铃铛，是，甭问呢啊，开塔铃，怎么回事呢？这个大白塔啊，心里琢磨呢，我得出去溜溜吧，我得遛弯去啊，遛弯怎么办？走不了啊，旁边就是建筑物啊，我让他们挪开，这个大白塔呢就晃晃脑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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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都挪开了，天安门。天门挪开了，打开了，出去遛弯，噔噔噔噔噔，来，开塔铃，您这真浪是不是？还刚刚浪着呢，您这像人话吗？这个怎么了又？您见哪塔没事出去遛弯去了？开塔铃啊，那北海塔尖那铃铛，嗯，那叫惊鸟铃，怎么又换了？什么叫又换了？就叫惊鸟铃，怎么叫惊鸟铃呢？您看北海这白塔高不高啊？高吗？这么高的塔不好打扫啊！嗯，万一鸟在上面拉屎拉窝怎么办呢？怎么办？人就想这么个主意，
在这茶山吹了圈铃子，风吹铃铛响，就把这鸟啊吓跑了，就防止鸟在上面拉屎搭窝。哦，故事叫惊鸟铃，那可不是，我明白了。你看，哥您真长学问呐，谈不到，真长能耐呀，你问知识真不错啊。惊鸟铃，不前些日子吗？我上那个三里屯去旅游，哦，三里屯那边，别老在那旅游，玩，去玩啊，去那玩，我看你妈了，我看你妈。看他妈了，我瞧这老太太挺好的，挺年轻的，哎，就挺年轻的，不年轻了，我是多了，不不不，没有那么大岁数，那是我瞅着像十六七，哦，挺年轻的，我都二十多岁大小伙子了，我妈十六七像话，捧他妈是不是？也就捧起来了，是吗？那是，挺年轻的，穿旗袍，中式，花花绿绿的，好看极了，那是，脚底下呢穿一双耐克。那好看吗？那个旗袍配耐克，就挺好看的。好看什么好看？我抬头一看，你母亲的那个脑袋上啊，有一个有一短。什么叫短呢？这个？发短，那叫短儿。发短，一般那个短呢，都梳在后头，他那个不一样。梳到上头，脑袋顶上有一短，中间插根筷子。哎呦，我妈是师太。我说你妈是灭绝了吗？不聊天的吗？聊什么天？我妈那就中式的头型。对对对，头型嘛，造型嘛，是不是？插根筷子，啊，筷子上呢有一个铃子。啊，有一小铃子。甭问呢。惊鸟铃，怕这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拉屎。来看看，马巧啊，洗草啊，马巧，全都跑了，怕在你妈脑袋上搭窝，在你妈脑袋上搭窝，雀巢。您各位听像话吗？马仙。本来就叫长寿粮，为什么呀？当初跟您说的嘛，我妈五十多了，嗯，五十整寿那年，我们哥几个为了孝顺我妈，祝我妈健康长寿，给我妈打了这么一个金铃子，戴在头上，祝我妈永远健康，永远长寿。长寿铃，哎，真不错，是真长能耐。那天我看你不光是你妈一个人，哦，还谁？她不是一个人，那个不让主持了，是吧？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男的。啊，我爸不是你爸，不是，不是你爸，这俩人还搂着，还搂，还扯呢。这男的呢，一岁，哎呀，别抱着，你就说抱着孩子怎么了呢？他是不是个男的？我儿子，你看他儿子，哎。我一瞧这孩子，呵，长得可爱极了。那是猪头猪脑，猪，那叫虎头虎脑，虎头虎脑，可爱极了。那是我仔细一看，他那个手脖子上，啊，手腕戴了一个手镯，啊，银镯，上面有铃铛，是，甭问呐，长寿铃。这女儿是刚出生的时候，你们哥几个为了孝顺她，给她打了一个铃铛，预示她长命百岁。是不是你们家都有反着孝顺？你们家都有上往下孝顺是吧？你看齐了，我儿子戴的叫长寿铃啊，他叫什么铃？百岁铃。怎么叫百岁铃呢？这还挺可爱。我儿子家头产，是吗？啊，三爷，猫是吧？三爷，猫跟狗子，三爷，我瞧你，九个月早产啊！哎，这早产儿啊，人说不好养。我爱得病，怎么办呢？邻居大妈就给出主意，嗯，说呀，你让他呀认干爹，认了干爹之后，让干爹给他打铃子，怪在身上，就不爱得病了。哦，
这叫什么灵？百岁灵。百岁灵，哎，真不错。是，我就知道百岁灵了。哎，你们家住的那个深宅大院对不对？啊，这老平房。早上起来有那个倒脏土的。哦，对对对，收垃圾的。是，手里呢摇晃一个铃铛，啊，当当当当，他们甭问呐，百岁灵。这个收脏土的早产。啊，你们哥几个呢就觉得他不好养活，就凑钱呢给他弄这么一个铃铛。找他去了，找脏土的，我们哥仨啊，给你当干爹行吗？给你个铃铛，哎，干爹一，干爹二，干爹三，行吗？他不认为我们是疯子吗？怎么会是疯子呢？本来就是，我怎么知道他老板呢？那怎么回事呢？他那不叫百岁灵，那叫什么？引人灵。怎么叫引人灵啊？您看看这个收废土的，嗯，光凭肉嗓子吆喝，声音传不了那么远。平房深宅院，深宅大院嘛，哎，怎么办呢？他得有这个铃铛，铃铛声音传得远呢。屋里听有铃铛响了，哦，准知道倒脏土的来了，就把这一天的生活垃圾也拿出去，就给倒了。明白了。哎，引人灵，起一个吆喝的作用。真当明白。是。那天我上他们家去了。哦，咱们俩躺着呢。那是啊。我经常上他们家去，帮忙打门。他媳妇出来了。哦。我说那个客厅在吗？他都没在。我就进去了，我这么一看，说的真甚的，没事没事，啊，放心去。我抬头一看，他媳妇脑袋上挂着一个铃铛，哎呦，甭问他，你真坏，引人铃，怎么回事呢？他媳妇那个肉嗓子喊两个女人。挂一铃铛，当啷当啷，给街坊邻居一下，呼，人铃，出去吧。他媳妇前面走，后边街坊邻居跟着。啊，没你，引人铃。没你，现在我也跟着你。我叫你们大伙都跟着。我媳妇没有那个铃铛，没听说。我媳妇那叫引人铃。什么铃？我媳妇那叫躲避铃。怎么叫躲避铃啊？我这么跟您说吧，啊，媳妇这人呐，她方便。迷信？不是迷信，他有点老怕玩。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有自己的规矩，叫小婶不见大呆子。这怎么讲？就说他不见我大哥，一见我大哥他就脸红，不好意思的。你说万一我大哥上家找我去，我在屋里，我媳妇在屋里洗个脸梳个头，不方便见面怎么办？摇晃摇晃头，我大哥外面一条有铃铛响，他就走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躲避铃啊！躲避铃，差点说错了，躲避铃，还真好。哎，那天我上你们家去啊，我发现你们家有个驴。哦，有啊，拉磨的吗？对，因为我们家喝豆浆，拉磨的驴。是。我仔细一瞧呢，这个驴的脖子上有一个铃铛，太有了，甭问他。嗯，躲避铃，小婶啊，不见大了。哎呀，您这性子不叫人话。怎么了呀？那驴还有大筷子呢？有，这驴大筷子是马，马大筷子是骡子，骡子大筷子是骆驼，骆子大筷子是象。您这是大筷子，这大了个子呢？大了个子，本来要越来越大的大筷子啊！怎么还啊？那驴在那不叫躲避铃，那叫什么铃？偷嘴铃。怎么叫偷嘴铃呢？好家伙！因为啊，这驴啊拉磨爱偷懒儿，嗯，它一偷懒就偷吃磨盘上的豆腐。哦，我爸爸想这么个主意，在这驴脖子底下呀、挂一个铃铛，驴要动铃铛就响，驴要不动啊铃铛就不响了。我爸在屋里坐着，一听，哦，有这铃铛不响了，准知驴又偷嘴呢，拿着鞭子出来，啪啪啪就打这驴，防止这驴呀、偷嘴。真有学问，嗨，而且人家有道理啊，是真不错，没错。偷嘴铃，嗯，那天我上你们家去，我不光看你媳妇儿，看见驴，我还看你妈了呢。哦，看见他母亲了啊！我上你妈那屋去了，哦，上他们屋了啊！我抬头看你妈那屋有一个房梁，啊，有房平房啊，房梁上面有很多吃的，是藏在那儿，很多小吃。房梁下面呢有一个铃铛，还拴着一个铃铛，甭问呢，偷嘴铃，
这防止你爸偷嘴。半夜你爸起来一偷嘴，你妈就生气，不着急，拿起鞭子就抽你爸，就抽你爸，你爸就别抽。还有嘎叫呢，你好，我们家这么大家，这么大产业，都是我爸爸治下来的。我爸爸吃点东西抽嘴呀、啊？抽嘴吗？没听说过。我爸我妈他们屋的铃铛、那叫惊醒铃。怎么叫惊醒铃呢？那又不知道了。我爸这人有一处好习惯。他爱打麻将。我也爱打麻将。我爸给你打麻将，经常啊就打至深夜才回来。是，你说夜里两三点回来了，也不好意思敲门，也不好意思门铃。因为怕别人屋睡得睡觉啊。哎，他又不经常不带钥匙，怎么办呢？所以我妈就想这么主意，在我妈这个房梁上挂一个铃子，用线一直引到外边，拴一个皮套。我爸深夜一回来，一拉着皮套，屋里铃铛响了，我妈准知道了。我爸回来叫贺冲啊，开门见，你爸爸回来了。哦，这么回事，是惊醒铃。嗯，这个他说的没错，他爸爸确实爱打麻将，太经常上我们家去。啊，有回呢，在我们家玩牌打麻将，输了，输挺惨。哦，钱都输光了，是钱输光了没关系，把衣服也输了。这玩的多大，这玩挺大，把衣服都输了。这你爸爸心里说，这不行，我得回家拿钱去。低头瞧没穿衣服，这怎么办？喊我，让我去。让您去，他愿意去，上我们家拿钱去。老爷子说了，那我去吧。太好了，我就上你们家去了。到我们家门口，我一瞧，还挺巧。啊，怎么门关着呢？门关着那就巧啊。门关着，我这怎么办呢？我半夜凉，哦，我一看这儿有一个皮套，是我一瞪皮套，里边有人说话了，说什么？你妈说话了。啊，何东啊，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别起哄啊，别起哄啊。哎呀，别起哄啊，别闹，请正规的场合。节目一场接着一场。刚才这节目说的多好啊。是挖宝。哎，妈，你听也不会忘的一个人他给忘了。忘了还这么好呢。李哥，李老师是说的不错不错。这个台上难免有瑕疵，咱先说好了，把这个瑕疵咱先说好了，咱先给大伙说清楚了，是吧？谁都难免有瑕疵。二位下去休息休息。这场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是给大伙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孙越孙老师，哎，是我说相声的，哎，是啊，啊，今天穿成这样了，啊，很新鲜，嗯。啊，你也这样知道吧，大胖子，你看，刚才那个挖宝说净说猪猪猪猪，哎，我都恨得慌，真的。李哥，他见过什么叫猪吗？像话吗？这都。孙老师是我们说相声当中最胖的一位。老说他干嘛？300多斤。你要把这词忘了该多好啊。不会忘的，哎，这个词不会忘。哎，哎，啊，怎么了？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吧？啊，是啊，是是是。知道我最近在忙些什么吗？我哪知道啊？啊啊，最近干嘛呢？看不出来啊？这哪看得出来啊？最近我在搞一些个研究。啊，您研究什么呀？研究过去与现在。我这个课题深了啊！现在这些个人呐，嗯，跟过去他有些个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艺术方面他就不一样，是吗？过去的人呐，看东西，比如说看舞蹈，嗯，跟现在的不一样。您说说。现在有很多舞蹈啊，什么芭蕾呀，啊，什么芭蕾呀，哎，芭蕾呀，最爱看芭蕾。哎，就是芭蕾。过去的不一样。过去怎么了？比如说这个剑舞，你看看。哦，古典舞。对了，哦，很少有人能够看过这个舞蹈。啊，是剑舞啊。啊，我没，我哎呀，剑吗？剑。谢谢您，这无剑胜有剑。剑舞是，还有那个绸子舞啊。那是民族舞。哎，红绸舞。是是是，耍呀。哎，好久啊。哎呦，等您。哎，嘿，您等等，您这是洗澡啊？这是
谁洗澡？有这么耍的吗？这个耍舞蹈嘛、啊、舞蹈，对对对对，嘿、哎、啊，这都不算什么，这不算。现在的人哪跟过去他是确实是有些不一样。您说过去很多的艺术家，外国的艺术家，嗯，被咱们中国人慢慢的吸引啊，都熟知。有这么一位啊，您说，我看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哎，我到底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哎，什么叫不知道不知道、啊、有这么一位，您说，艺术家啊，莎士比亚。那是剧作家，剧作家，对对对，知道，是贝克汉姆，哎，啊，就球星，哎，球星，球星，嗯，哎，乌鲁木齐，这是新疆，中国人，啊、什么中国人呢？乌鲁木齐是地名，看来你还真都知道啊，哎、就这仨我还不知道、啊哎，达芬奇，哎，那是画家。画家，嗯，画画，对，您别什么都这样，行了啊，画得好，嗯，达芬奇是，毕加索啊，画家，嗯，是吗？是啊，对，就知道名儿，画家，嗯，贝多芬，贝多芬啊，贝多芬，贝多芬啊，音乐家，音乐家，交响乐之父，对，嗯。弹钢琴是贝多芬的钢琴，对，弹得好极了。贝多芬，哎，你看朋友们，现在啊，很多演员上台弹钢琴，啊，往那一坐，啊，打钢琴开始弹。哇、哦，好家伙，哎呦，不好看，是是是，也不好听，是不好看。贝多芬怎么样？贝多芬弹得好。哦，贝多芬弹的，哎、啊，大钢琴是与众不同啊，是吗？特别的大，嗯，那个键呢？啊，键啊什么？摁键啊，琴键，对，两种颜色，哪两种？黑白啊？哦，黑白啊？哎，打远了看，呵，奶牛，哎，没有，那太明显了呀，啊，是是是，黑白键，嗯，贝多芬。弹弹得好极了、啊、是我给你学学啊，好啊，贝多芬，嗯，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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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这贝多芬是弹棉花的啊，谁弹棉花的？您这踏踏踏踏这不弹棉花吗？你见过弹棉花吗？那这不是弹棉花是什么呀？贝多芬跟人家学的。您贝多芬，哎，贝多芬，贝多芬啊，跟人家想的、啊、是吗？外国的艺术家啊，被咱们中国人所吸引，是是是，咱们中国的艺术家也被外国人吸引了，哎、啊，这都是流通的嘛。中国的艺术家啊，老舍，哎，外国人都知道，有名，大作家，是是是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嗯，梅艳芳，梅、啊、大家，不，好极了，梅兰芳，对，梅兰芳，梅兰芳是。梅艳芳知道吗？啊，也都知道啊。哎，外国人也知道。是是是。嘿，大作家岳云鹏。嗯。要不是直播，我们弄死你这。要不是直播，我弄死你。没听说过，知道吗？什么叫大作家？没听说过。没有。哎呀，我的书你没看过？没看过，他们好些人在那抄，你没看见？手抄本啊，慢慢抄我那个字句。没啥什么字句，没有诗情画意的字句。你看，哟呵，啊，这是面条啊，这是，好看极了，哎、是吗？哎，卖烩面的，我看见的，嗯。谁说的？你看他这姿势，嘿，嗯，怎么着？大音乐家岳云鹏。你说一宿，他们一宿，知道吗？不知道吗？嗯，不知道。哎呀，算琢磨。大科学家岳云鹏。算了，我也打不过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说什么了？大骗子岳云鹏，嗯，大歌唱家岳云鹏，
我刚给大家领过来，你又带回去了，知道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吗？真不知道。我唱歌唱得好极了。您说好极了，怎么着、这么些年我净研究这个歌曲了，是吗？哎，就拿这个20年来说啊，20年以前大伙儿接受的这个歌曲 啊，是民族啊、美声啊，很简单的一些个艺术类型啊，就这几类啊。80年代以后它就不一样了，是啊，摇滚哦，有一个电影叫《红高粱》，红高粱。妹妹，就那个啊，对，哎，被慢慢人很多人呢都接受了，啊、接受。现在人一听，好听啊，是啊，过去人不认为，哦，这什么歌啊，嗯，这谁唱的？啊，吃多了吧？哎，吃咸了吧？没有，过去人都这么认为啊，是吗？哎，后来又有很多了，有什么呀？通俗，哎，通俗。摇滚、流行歌曲、气声唱法，哦、还有气声，对呀、哦，绵羊音。海豚音，哎，海豚音，嘿，像这些个艺术类型啊，都很适合80、90后。哎，您没唱，说他干嘛？都很适合80、90后啊。是是是，知道吗？还有现在怎么了？这些个摇滚呐、通俗啊，被大伙都熟悉，都接受。中国的这歌曲啊，种类也很繁多。是是是，有这个粤语啊，粤语的歌，闽南语。闽南话，嗯，闽南语的歌大伙都知道，是爱比亚在回家，我听过吗？我没明白您在说什么呢。爱拼才会赢，那个闽南怎么说呀？爱比亚阿迪亚哎呀，哎，有点意思啊，是不是啊？是是是，世界第一等哦，这都是闽南语的歌曲。是啊，还有一首这么歌曲啊，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估计北方观众很少有人听过这个。我好这么首歌，陈小云唱的，哦，好听极了。是啊，啊，我给您唱一回。好啊，好不好？行。当然了，我唱的不怎么好，很长时间没有唱了。哎，是。也很长时间没有听了。嗯。那、哎、到底怎么着您？当然必须得唱。哎，废话都僵到这儿了。话已经说出去了。我一怕在电脑前面，你要忘了就说忘了，我能忘了吗？那个、频呢？怎么？我能忘了吗？你来呀、啊！我就怕在电脑前面您砸电脑，你知道吗？哎，没有，自己家的。嗯。那在网吧呢？网吧就花钱了呢。啊、哦，不砸，你放心、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闽南语是好听极了。您来，但是有可能也忘了、啊。哎呀，您唱是不唱的？恭喜阿咪。你等一下，哎，这句听明白了啊？拱虾米，谁拱虾米？不是拱虾米，你拱螃蟹好不好？啊，你不用拱，你不用拱，干嘛？你就是，我跟你说吧，什么话这叫？一会儿下台你横着下去，知道吗？没错吧？我横尸的那是。拱虾米，这什么？讲什么？讲什么是拱虾米？对了，哦。拱虾米哦，讲什么？我亲亲，什么意思？我就像哦，你就像嗯哦，天顶的神你哎，像听懂什么意思了吗？什么啊？你像什么？天顶的仙女？你不像仙女，我退你票，你走吧，行吗？还有钱啊？您还仙女呢？您第二句啊，第二句，拱虾米，又拱一遍，我亲亲啊，怎么着？我像什么呀？古早的西施，听懂了吗？这是什么意思？讲什么啊？我就像啊，古早的西施。我一会儿取钱去，都退你钱啊。要有钱把饭钱先结了。第三句，哎，第三句，恭喜你，哎，恭喜算，你爱我，哦这句你爱我，哦这明白，这明白，千千万万你，对。
这什么意思？呲了。呲了像话？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哎，是吗？不过我对这个歌曲确实有所研究。好啊。为什么有所研究呢？您说。因为在我们村很多人都会唱。我终于承认自己是村里的了。我一直也承认呢。啊、哦，是是是。哎，在我们村、哦、啊，很多人都会唱歌。就这么说吧，啊、哦，方圆十里地怎么样，全都会唱。甭管你干什么，你都唱。是吗？早起来啊，唱歌，唱歌。出去上班，唱歌。哎呦，上商店买东西也唱歌，都唱。直到往床上一躺，打了呼噜了啊，这不算唱歌了，我算睡觉了啊，睡觉了。是是是，天天都唱。哎呦，早起来啊，一睁眼跟人一打招呼都唱歌。怎么唱啊？小张，你吃了吗？直哆嗦。小李，我还没吃呢。我不想唱歌，闹鬼呢，这叫。小张、啊，你真没有吃呢吗？这么贫呢？我还真没吃呢，真没吃呢。再见。啊。不请客呀、啊？不为请客哦，就为开嗓子唱歌，天天唱，天天唱。嗯，在俺们村哎呦，在俺们村在我们村啊，唱歌怎么样？都能搞对象。对，唱歌都能搞对象，能搞啊？哎呦，您不知道吧？我不知道，在我们楼，我们那个村啊，我们村也有楼。哎，有楼子了，起什么哄啊？在我们村也有楼，是在我们楼上啊，住了一个姑娘，哦，今年29岁，哎呦，还没有成家，嗯，在这个一楼住了一个小伙子，今年31岁，也没有结婚，哦，两个大龄青年，大龄青年他没有结婚呢，啊，他这个心里，哎呦喂，他心里还啊，他难受啊，您知道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龄青年呢？哎，你抹点达克宁吧，嗯。那么刺痒你，就是他心里由里往外，他难受啊，都恶心了，有点。特别是这个姑娘，啊，到了晚上一下班，一推门，家里头没有人，哎呦，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嗯，他心情很难受，是吗？不知不觉呀，他把这个难受的心情啊，他给唱出来了。哦，唱歌，那以唱歌表达这个感情，是我给您学学他怎么唱的啊？好。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姑娘今年29，孤身。这个歌声啊，飘飘荡荡，晃晃悠悠，他就往下走了。哦，是吗？来到了3楼，又打3楼呼呼悠悠往2楼走。嗯，又打2楼，飘飘摇摇又往1楼走。哎呦，这歌带着降落伞呢。这个一楼啊，这个小伙子也是刚下班，是吗？他在家正走着呢。啊，他难受啊。哎呦，他没有对象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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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心眼里他难受啊。那洗澡去。嗯。你说他难受的心情怎么表达呀？怎么表达？表达不出来、嗯。他在屋里他就来回走。哦，走领。他那个走啊，特别的奇怪。是吗？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下午4点半动物园那个狼怎么走的？这个小伙子跟那个狼一模一样。哦。啊。哎，那您给我们学学。学小伙子。狼。
你不是见过吗？嗯，我见过不管用，都得见过。嗯，下午四点半动物园那个狼啊，我给你学。好，您来了。哎呀，我哎呦，哎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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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难受啊，是着急啊。走了走了，呀，啊，哎，怎么了？传来一阵歌声，我听见了。楼上有个姑娘，29岁，没有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呦，我住好些年了，我不知道啊。是啊，这我要知道啊。啊，嘿，嘿，啊，我孩子我都抱上来了。嗨，想的还挺多。不行，怎么呢？他唱，我得跟他唱。哦，对唱。说着话，那个小伙子呀，啊，把这窗户可就打开了。哦，一楼。嗯，他往上走啊。嗯，窗户打开了。哎，这咳嗽什么意思呀？暗号啊。哦，这还有暗号，让这个姑娘注意啊。哦。楼上有个姑娘，至今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上的姑娘能不能够跟我好。他这么一唱，这个歌声腾就来到了四楼了。嚯，够快的啊！这姑娘一听，哟，怎么了这是？啊，干嘛呀这是？哎呦，讨厌、缺德、臭不要脸！哎，碎嘴子！啊，我说我们心情不好受。啊，我们唱两句，怎么了这是？啊啊，那么开心是不是？哎呦，讨厌劲儿的。嗯，真想谈，假想谈？真想谈呀！真想谈啊！行。怎么了？听听我们条件吧。哦，这姑娘还有条件？那当然了。哦，说着话，这个姑娘把窗户也打开了。是，那冲着楼下。啊哈！哎，好，对上暗号，递过去了。是是是。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什么要求啊？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冰箱，大汽车。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这条件够苛刻的。这个歌声唰的一下就来到了一楼。啊，哎呦，把这个小伙子给吓得，啊，差点没坐一屁股墩儿啊。哎呀，是啊。行，怎么了这是？啊啊，怎么了？这什么条件呢这是？啊，我可去不起。哦，我要不起呀。是吗？我没那么多钱呢。哎呦，怎么办啊？我得告诉他呀。你得说啊。小伙子接唱。嗯，暗号照旧。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如果说不要娘，光要老婆，还是什么好小伙？楼上姑娘听我
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好，小伙子有志气。这个歌声啊，由打二楼来到三楼，由打三楼又来到四楼。是，姑娘一跳，哟，啊呀，怎么了？坏了啊，坏了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想明白了，这小伙子多好啊！是啊，知道孝顺父母啊，尊敬老人，尊敬老人，孝顺父母，那就是好人呐。对呀、啊，不尊敬老人，不孝顺父母，那还算是什么人呢？那个是啊，是不是啊？不行，这么好的小伙子，不能让他跑了。哎呦，嘿，你干嘛呀？接着唱，我接着唱。哎，啊哈，嚯，暗号味儿都变了啊！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只要阿哥你对我好。哎呀，哎，有门儿。小伙子一听 啊，哎，高兴了。是这个声音呢、啊嗯、由打四楼往三楼传，是由打三楼往二楼传啊，刚要往一楼传，怎么样？坏了。怎么了？让一个老大娘给截住了。哦，大娘听见了。这个老大娘啊，今年79岁。哎呦，守寡守了60多年了。守了六十。她一听这歌声啊、哎、怎么这么七十。您等您等您都说错了，七十多守寡守60多年，您算的这账对吗？怎么不对呀、啊？啊，怎么不对呀、啊？这账对吗？啊，这个老大娘啊，今年79岁。是啊，守寡守了61年了。怎么了？我18岁结的婚。有什么不对呀、啊？这谁听得懂啊？过去的人都是早婚呐。哦，16就结婚。这个老大娘啊，18岁的时候，哎，爷们就过世了。啊，爷们啊，守寡守了60多年了。哎呀，老大娘一听。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唱歌呢？唱歌怎么没完没了啊？搞对象呢？啊，搞对象呢？搞对象呢？啊，现在的人多好啊。是啊，自由恋爱呀。嗯，我们那那玩意不行啊。怎么了？啊，这都结婚了啊，连他妈对象打什么模样都没见过呀。那时候封建婚姻，后悔呀。是啊，他妈生早了。哎嗨，那我怎么办呢？您怎么办呢？我也有主意。怎么了？哼，我也唱吧。哦，大娘也要唱。我没告诉你吗、方圆十里地我们那人全都会唱。是吗？说着话，老太太把这个窗户也打开了啊，冲着楼下啊哈。哎呀，哎呀后啊，大娘怎么唱啊？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楼上楼下就搞了对象啊，真叫人羡慕啊。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最后的要求啊，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干什么呀？找一个好老头。他也要啊。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哎，是，这个节目叫做楼上楼下。对，这是我师爷侯耀文一个节目，他比较拿手的，哎，成名作之一吧。我这个位置是我侯师爷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是我石师爷的位置。在那儿，这个位置人还活着。啊，是，这个位置的人在后台。哎啊，哎，墙上贴着呢。是是是。您上场的时候，我还给我师爷上了一炷香。是吗？我是这么说的。您怎么说的？我是师爷。哎，师爷献花来了，嗯。谢谢你。还有信呢。姑娘，
姑娘，我今年29。大娘写的。人多么忧愁。哎呀，哎呀，我可不是31啊。我31，嗯。不好看。唱一个。啊？什么？你说什么呀？你先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不管不玩笑了，咱后台刚才我上场之前给我师爷烧了一炷香，我说师爷今天我要表演您一个节目，叫做楼上楼下，演的好与不好您单着得听，不好的话您也别来找我，反正早晚有一天我会去找您的，要实话，您先等着我啊，别闹了啊，别闹，三炷香是，又给我师爷点了一盒烟。哎，我师爷爱抽三五。对，我一看我兜里没有三五，我就没点。那就上烟了啊！点一个、点一个别的烟，给我师爷搁那儿。我师爷其实挺好的，虽然我跟我师爷没有在一起太长时间同台演出过，但是也聊过天。我师爷那会儿我台上还不怎么好呢，我师爷说行，这孩子行。早晚有一天就回家种地。当时我很郁闷，我说您怎么知道我种完地回来的呀？已经回来一趟了。你行，慢慢来，慢慢来。实际是挺好的一个人。是，今天表演他这个节目，心情其实挺忐忑的。临上场之前，我跟孙老师还说呢，您说万一找不着腔怎么办呢？找不着词儿怎么办？孙老师说，你看台上那个，我心里踏实多了。咱比前面强多了。咱再给大伙演一个，是翻场。翻场再给大伙说一什么呢？说什么？说一实事。好啊，真实的故事啊，发生在咱们生活当中。行，说谁呢？说我们后台几个演员：高峰、栾云平、赵云霞和他，这四个人。哎，赵飞，哎，你们家人论只啊？什么？四位。这四个人，哎，在一个学校上过学，是北京市智障二中。没错，就是破学校，我告诉你。不，赵云霞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一中转过来的。那就是不行，还是在一个班？哎呀，在一个宿舍。是啊，经常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天。啊，这个老师啊，人家很负责任，是吗？经常检查这个教室。检查这个宿舍啊，有一回啊，这个老师去检查宿舍，看看有没有抽烟的，有没有喝酒的呀？哎呦，检查一下，一进他们那个宿舍，坏了，怎么了？闻到一股烟味儿，那有人抽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抽烟了。是啊，这不行，怎么办？这得管，得管。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上放了一包薯条，把他们四个人喊过来了。我们四个，过来。嘿，第一个进来的高峰，高峰高老师，老师好。啊，平时就这样。找我什么事儿？嗯，我算是咱们同学当中比较不错的了吧？就这学校的别吹了啊！不错了吧？嗯，高峰啊。嗯，我问你，抽烟了吗？啊，抽吗？没有。哦，不抽。老师，我没有抽烟。嗯，真的。啊，真没有抽烟吗？真没有啊。奖励你。我奖励。这有薯条。是。来一个薯条吃。奖励。谢谢老师。哎，你等等吧，朋友们瞧见了吗？啊，拿薯条有这么拿的吗？这不加烟卷吗？这明显抽烟的姿势。就是抽烟。高峰啊，抽烟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打！哎呦，谢谢老师。哎好，出去了。这学校不一定谁有毛病。出去以后赶紧传授经验。是。告诉那三个同学。啊。第二个进来的栾云平。好，栾云平老师好。老师怎么了？啊，栾平啊，我问你，嗯，抽烟了吗？抽吗？没有。哦，不抽。老师，我不会抽烟。好，真的，真不会啊。啊，太好了，奖励你。哦，这有薯条，还是这招，来个薯条吃。嗯，谢谢老师。啊，嘿，你看他这么拿，他捏着这薯条，因为他注意了。是是是，呵，还不错，就拿一个呀。啊，再来一个。哦，再来一根。谢谢老师。是，对，啊。还是会抽吗？你瞧见了吗？哎呀，薯条有往这儿放的吗？别烟卷儿，这是这明显
蹭烟呢？啊，净蹭烟了。跟低年级同学啊，你是新来的吗？啊，给我来个烟抽。哎，你给他一个。是。再给我来一个。哎呀，把这个搁这儿了。蹭烟呢？是是是。栾婷，抽烟来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大，一套词儿，歇了日。哎，没皮没脸，出去了。是，出去以后传授经验。是啊，告诉赵云霞。嗯，赵云霞进来了。老师，啊，好，啊，好，我没有抽烟。谁问你了？不露馅了吗？没有抽烟。哎，好，真的是，真没有抽烟。嗯，啊，奖励你，奖励。这有手枪，照风抓药，来个手枪吃。嗯。谢老师，哦，怎么拿了一个啊？就来一个呀，教会了，再来一个，看他怎么拿呀。好嘞，啊，哎，嚯，搁嘴里了。哎，老师，咱还不错。是啊，别干吃啊。怎么呢？蘸点酱，番茄酱。这不有酱吗？嗯，哦，嘿，蘸点酱。老师一瞧，你蘸多了。我蘸多了，是吗？嗯，哎，哎，这谈烟灰呀，这是。这明显谈烟灰的姿势啊，还够熟的，这位还。抽烟来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哎，弄死你就得了。打，谢老师。嗯，你看，同学吧，我接这下茬干嘛？我知道啊，赶紧传授经验啊！是，全都告诉他了，啊，交给我了。那他晃悠着大胖身子过来了，那是那样。老师好，哎，我已经好多了，啊，好多了。老师。我不会抽烟，哎，都是这套，因为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八年了，哎，嚯，我二十多了，我都，我不会抽烟，哎，那就别说了，真不会抽啊，啊，太好了，嗯，奖励你，还是这套，这有薯条啊，来个薯条吃，来个，谢老师，这都教会了，怎么拿了一个，就来一个呀，啊，再来一个，来一个，好嘞，搁嘴里了，往嘴里放，蘸点酱啊，蘸点酱，啊，蘸多了，怎么弄啊，哦。他蹭蹭多好，是老师一瞧这还不错，肯定不抽，就这会儿功夫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呀，校长来了啊，再瞧他，嗯，对对，哎，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刚才这个节目叫做鸡上树，传统的节目，说实话这类节目我不怎么喜欢演。是吗？因为占人便宜，伦理跟，哦，啊，往台一站一张嘴就是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没什么意思，知道吗？没有技术性，啊，但是你说的很清楚，不是我内心深处的话。废话，诚心是怎么着？二位说的不错，下去休息一下。哎，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换一场，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应该的，我叫岳云鹏，是您，是一个小学生。您客气。他叫孙悦，是，是一名相声演员。没错。我们两个人给您说一回。哎，有的朋友说了，这个相声我不怎么喜欢听。哦，不喜欢。喜欢看电影啊，好看电影也不错，不错呀，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当然这个恐怖片，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啊，吓唬人的，哎呦，关于这个鬼怪的事儿，哎呦，朋友们实话实说，啊，人世间根本就没有鬼怪，没有吗？哪位见过，哦，你可以举手，我见过鬼，你敢举手我就敢弄死你那就是见鬼了没有鬼怪哦，根本就没有，是吗？哎，有的朋友说了，那个书上、电视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对呀，啊，那都是假的，编的，都是骗人的。哦，换句话说，嗯，那是劝人向善的东西，是吗？都是劝人向善的。哦，很多恐怖片看完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能干坏事，人要心眼要好，都是这样。嗯，那么说，有没有这个灵异事件呢？有吗？不知道。哦，没有。我不知道。那到底有没有啊？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呢？不知道，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咱就别说了。实话实说啊，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啊，解释不清楚，用科学解答不清楚的东西是吗？这是肯定是有的哦。啊，我就碰上过这种可怕的事情。您说说，我有一朋友啊，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哦，开出租的，开出租，他晚上上班。哦哦，夜班，哎，他是两班倒。对，出租车是黑白班，白班人家干完了，把车给他，嗯，他拉夜活，一直干12个小时啊，晚上出来拉活来。对，啊，开着车挺高兴，呵，不堵车，你看看啊，扫路去，多好，嗯，非常的高兴。可是，在路边上呢，发现一个白衣女子，大晚啊，半夜12点，
白衣女子，我也姓林，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白衣的跟那儿打车啊，这样。这拦车，这是白衣女子吗？这不是破塑料袋让风吹了？什么思绪呢？这是，这也太有点那什么了，就是打车呢，太飘逸了。这个，我这哥们一瞧，嚯，有人打车啊，这停那儿了，我杀那儿那姐们儿，还姐们儿。哪去啊？这北京的出租车，这去哪儿嘞？啊，八宝山。不是我干什么去？这是那什么？那后边还有很多出租车。再见。要走？回来。我说话够慢。八宝山也有小区。哦，对，那边有居民区啊，对，也有。经济适用分，您别，这不经济适用分讲话，经济适用房，害怕呀。得了，反正今儿也没拉活呢，上来吧。嗯，这女的呢就上车了，咱不能拒载，坐在这个后座上了，我那还踏实点儿。那坐那儿了，这哥们呢开着车，心里害怕呀。是不知道干嘛这个。这人呢都有下意识的东西。什么呀？就。他看这个后视镜，想开着开着车，下意识他就看这个后视镜。我看这后边的女的啊，想看一眼他干什么呢？这人家越害怕越想看，心里忐忑。嗯，开着开着车，看后视镜，欲望性特别的强。哎呦啊，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怎么了你？你别一惊一乍行吗你？人没了。车停那儿了，这女的没了啊，多吓人呐、啊！吓不吓人我不管，你踩我脚了，多吓人呐、啊！车停那儿了，看看吧，这哪儿去了？不通过这个后视镜看看，回头，真没了，还在呢。哎，那什么后视镜看不见？对不起啊，突然有点害怕，挂档走，接着走吧，开车往前，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下意识的东西很强烈，还要往后看，还要再看一看，人在那儿呢。你怎么了你？又停住了，停住了，人没了。害怕吗？害怕，毛都竖起来了吧？我有点瘆得慌吗？说的是啊，把车停了，扭头瞧，怎么了？还在呢？您这后视镜有问题吧？可能是自己太害怕了啊！哦，这错觉了。你后视镜调调就能看见啊！往前开，调清楚，开开。嗯，下意识的东西。太强烈了，怎么这么爱回头看看？我都适应了，没事儿，肯定是没了，是吗？对，没了。这等一等，这车吱停那儿了。嗯，扭头看，哎呀，还在呢，又在呢，要挂档往前走啊、嗯！这会儿这个女的说话了，说什么呀？大哥，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怎么了？我一进鞋带你就刹车，我一进鞋带你就刹车，你疯了吧你？我说怎么看不见呢？低头系鞋带呢、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你这么自己吓唬自己吗？姑娘，对不起，最近可能有点累。哎，上火了，眼睛也不好使，对不起啊，道个歉，对不起，上火，你上火了，啊、嗯，上火，吃水果啊，多吃点水果啊，还劝他呢，吃苹果，对，我生前最爱吃苹果，这什么？什么叫生前呢？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生孩子之前爱吃苹果，我早让你吓死，知道吗？生孩子之前。你给我下去！我弄死你啊！
你再不下去我弄死你。不是人呢，我已经死了。这都是吓人的啊，自己吓唬自己，根本就没有的事情。是啊，那么说有鬼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办，朋友们？有鬼的话不用害怕，不害怕，兴许啊它是个笑料，是个包袱，会让您高兴起来。哦，鬼故事，鬼笑。哎，对了，哦，有可能让您非常的高兴。比如说吧，比如说什么？孙越的父亲，嗯，死八年了。哎，你等，有一天呢，回去。干什么？就我父亲死八年了，你父亲死八年多好，怎么非得说我父亲呢？那我父亲硬朗了呢。那不行。怎么就不行啊？我父亲不愿意。哦，我父亲愿意呀、啊。你捧哏呢？得了，哎，他我捧哏就得死爸爸是吧？这不是惯例吗？谁告诉有这惯例啊？像话吗？作为挣钱。怎么挣钱了吗？说了一场相声给你钱吗？给啊。那得了，他父亲、哎、我给的钱是死爸爸的钱是吗？我爸爸又没挣到钱，凭什么死啊？回头我给他点。你上坟烧给他啊？什么叫啊？没有啊，你得说清楚，打个比方。比如？好比是，比如说。那我也听得也别扭。行了，挣钱。他的父亲死了八年了，他每天呢想念自己的父亲啊，思念。哎呀，一到做梦的时候就想念自己的父亲。哦，这不有一天吗？父亲回来了。哎，不，回来了。帮帮忙敲门呐，还知道敲门呢。啊，小孙。这有真客气，老孙，我开门。啊，还睁眼。爸爸，你回来啦。行，正经。我给您开门。啊，得了，甭费劲了。啊，我从门缝进去吧。哎，飘进来了。那你敲什么门啊？你敢埋怨你的父亲？他都死八年了，有你这样的吗？你甭废话，这不都你说的吗？就跟你开个玩笑，没有这玩笑，把我吵进来的。他能飘进来？哦，这门缝都进来了，跟年画似的。老孙，咱别这么过激行吗？老孙，我告诉你啊，好吧，你像话吗你？我不像话啊！我都死了八年了，你别提这个行吗？你给我烧纸了吗你？没有啊。是我没有账号，但是呢，你给我烧点怕什么的？我给您烧的纸还得写上账号，怎么着？啊，怕什么的？哦，那么繁琐吗？哎呦，啊，你看我这个跨栏背心，我在那边我都穿了八年了，我都送寒衣送寒衣的呢，你给我烧点衣服怕什么的？还是爱运动呢？讨厌，你每天都在想我是不是？嗯啊，跟我走吧。哎啊，不去啊。我跟您去了，彻底没有烧钱的了，知道吗？我要去了，谁给您烧纸啊？哎，谁给您烧衣服啊？哎，走了，我回去了。啊，我走了。快走吧。你去不去？哎，我不去。不去算了。哎，我到那等你啊。哎，你先给我占一座是吧？走了。你看，这都是笑话。哎，对对对，我爸爸死是笑话，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没有啊，都是人吓人，都是人想出来。今天呢，我给你讲这么一个故事。是吗？发生在咱们解放以前。哦，老年间。那、啊、关于人吓人的事儿。民国啊，民国那会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胡同，住了两户人家。哦，这两户人家关系特别的好。是吗？一家姓郑，郑一家姓王。郑姓郑这家呢，就一个老头。哦，老先生六七十岁了。哦，孤老头啊。对了，姓王这家一家三口。是吗？嗯，有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哦呦，这姑娘嫁出去了。哦呦，二十里开外了。哦，就这么爷俩过日子。哦，老伴儿没了。对了，两家这老头呢，关系特别的好，处得好，经常在一起下棋呀、喝酒啊。哦，经常在一起玩，老玩伴啊。这个姓郑这老头呢，平时夸自己啊，胆儿特别的大。哦，就这孤寡老人。对了，对谁跟人说没关系啊？啊，看我们呀，我胆儿特别大。我年轻的时候杀七个宰八个，那都不在话下啊。杀七个宰八个，我跟鬼打过架，知道吗？我在杨爷那儿我闹过一回。嚯、哦，瞎吹呗，这能耐大了。说这个话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啊，胆儿都特别的小。是吗？他的掩饰自己。
哦，掩饰自己内心的弱小。对了，哦，其实胆儿特别的小。是吗？周记有一天嘛，这个姓王这一家呢，嗯，这俩爷儿俩，爷儿俩吃完了饭，中午吃完了饭，哦，老王呢，王老头要睡会儿觉。啊，睡午觉，睡午觉。可是呢，没起来，哟，死了，睡过去了，暴病。哎，可能是猝死，具体怎么死的咱也不说了。是是是。哎呀，这个儿子悲痛欲绝，是哭啊哭啊，站起来，哭完了站起来啊，心里琢磨了，我不能光哭，那怎么着？我得跟我姐姐说一声啊，你得报丧去。可是父亲怎么办？没别人家里啊，谁看着他？这得看着尸首啊，万一来一老虎给他吃了怎么办呢？没有啊，你想多了是不是？哎，想到一人啊，老郑头。哦，这老头说自己胆大呀，哦，我求他陪我父亲待会儿。哦，看着老头这尸首，挺好的主意。是是是，去了，去吧，郑大爷。悲伤的，我爸爸走了。你看，挺婉转。走了？嗯。哪去了？哎，怎么没明白啊？我爸爸。回不来了，找找吧。哎，找找找找啊！走丢了，不孝之子。哎呦，啊！平常我怎么教育你的？嗯，跟你爸关系处好一些。是啊，走了吧。走。哎，走了吧。气走了。你找找啊。哪儿找去？大爷啊，我爸爸死了。哎呀，把话挑明了啊，师傅。死了！哎呀，老郑头悲痛欲绝，但是老哥俩呀也很伤心呢，关系好，平常在一起喝酒啊、下棋呀、啊，关系特别的好。完了，一下听说这个消息死了啊！哎呀，心里非常的难过。out！哎，你说找我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帮你搭把手给他停那儿。那停那儿？好啊，啊，好啊，我自己也弄不动他。是，得嘞。这爷俩把这个老王头给抬到铺板上。哦，这铺板头冲外，脚冲里。哎，过去得这么摆。在这个头这边呢，摆了一个供桌。嗯，供桌上面弄碗米饭。对啊，弄几条小鱼儿往那搁了，中午剩下的饭。哦，现做也来不及了。是，点了一根香，给点供品，弄了一个长命灯。要找长明灯，点了一个长明灯。哦，啊，也叫长命灯。嗯，到时候埋的时候呢，这灯才能灭。对，这中间不能灭。对对对，这是有讲究的。一灭这孤魂野鬼，这魂就散了。在这个死者这个脸上啊，盖了一张白纸。对，这是省得灯光照进来，见丧光，阳光照进来。对，这是不吉利的事情。嗯，都弄好了，这个小王就说了：“哎，郑大爷，哎。”我得跟我姐姐说一声，得报丧了啊！您能陪我爸爸聊会儿天吗？哎，这还聊什么呀？这还我自己聊行吗？老头害怕，我让他听着行不行？你倾诉呗。行啊行啊，只要您能答应我，行不行？啊！可是这八九点城门就关了，到时候你进不来怎么办呢？哎呦，城门关了，我争取跑快一些。我跑回来，我争取回来，行不行？嗯，好吧，我答应你。是，朋友们，老郑头心里特别的难过，特别的难受。哎呦，他不想陪着他呀，他害怕，胆小啊。嗯，好，记得回来啊。嗯，记得回来。哎，跑快一些，好不好？照这意思，他也得死这儿。好，我争取跑快一些啊！我走了，走吧，走吧。又拽回来了，回来。嗨、哎哎，没听说连家都不要。宝贝儿，记得回来。哎啊，肯定回来。哎，我回来。走。哎呀，您这再拽着关城门了，一定要回来啊！哎，好，你看天已经快黑了，我能走吗？啊，再说 这已经您送我到大街上了。嚯，都拽到大街上来了。行行，我回去了。哎，走吧，看着老头去。回来。行了，这老头呢？回去了。是。到屋里坐着吧。啊。天已经黑了。是。这会儿呢，蚊子进来了。有蚊子。大夏天有蚊子呀。对。怎么办呢？驱蚊子。冲着蚊子。拿一大蒲扇。啊。扇。扇蚊子。多讨厌啊！你说你
让我跟你受这个罪啊！平常咱哥俩关系挺好的，是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哎，世事无常，真是的，你多缺德呀你！死人就别说这个了，你到那边，哎，那边好不好？哎，你不用回答我啊！哎，这得自己吓唬自己，真是的，我给你驱驱蚊子吧。哎，那不用驱了，驱驱自己吧。扇蚊子，哎，朋友们，他是个大蒲扇啊，风特别的大，对，这么一扇不要紧啊，他有一长明灯，放那灯，他这个火苗子呀，风一吹，火苗子，哦，乱岔，也是一闪一闪的，对呀、啊，火苗子一闪没关系啊，屋子里这个家具的影子啊，也都跟着一闪一闪的，咱琢磨这个场景，火苗子，再看那个家具。把那个影子在墙上晃啊！哎呦，老郑头！哎呀妈呀！我还看得更快了，你看了吗？噌就出去了！哎呀，跑出去了，跑出去了啊！这都几点了啊？城门已经关了吧？那回没回来呀、啊？说好了回来，我这怎么不回来呢？怎么、啊？这怎么办呢？正害怕，正着急呢。嗯，就听外边来一人，谁呀、啊？相面算卦的。哦，老崔头，算卦，他们都认识啊。哦，是一个瞎子。哦，瞎啊，给人算卦。哦，手里有一根马杆。哦，那肩膀上背一弦子。哦，和弦子啊，没事呢，还给人唱个曲儿。嚯、哦，说点书，什么都看。晚上这才出来。嗯啊，我给你学学啊。哦，我可能学的不像。哦，学的瞎子。对。真像，白衣女子，我记着你。声线友好，你爱吃苹果吗？相面，算卦，哦，小曲儿。说书都不爱呀，这都相面啊，算卦，哎呦，一点点往前蹭，哎，相面你看得见吗？一说这个，老郑头听见了啊，嘿，怎么了？老崔头来了，干嘛呀？哎，他想出一好主意，什么主意？让这个老崔头陪他来一宿，嘿，找一半，哎，找一半，哦、这一宿呢陪他聊天，是喝茶聊天，啊，挺好的。等那小子回来啊，第二天早晨他回来，什么事没有啊？估计是关城门外头，就出去了。对，啊，老崔，谁呀？听听，谁在召唤我？这奔死去的，这是。啊、老崔，啊、哦，郑大爷啊，我听出来了。别看我眼睛看不见啊，耳朵特别好使啊，这倒是啊。您在哪儿呢？嗯，老崔，哦，在这边。郑大爷紧走两步啊，把他的马杆儿拿在手里。哦，攥住马杆儿，走吧、啊，跟我走吧，大家喝点茶。哎呦，咱爷俩聊会儿天，怎么样？哦，老哥俩聊会儿。得嘞，郑大爷，我跟您走。啊啊，走。哎，进来进来，好好，这里边院来了。哎，再转一圈，哎，怎么转一圈？再转，为什么多转几圈呢？啊，这个老崔头知道郑大爷他们家住在哪儿。哦，他这个盲人有这个路感。对的，让他呀懵了。哦，不知道去谁家，好进这个王大爷他们家。哎，好好，再转一圈，好嘞，好嘞。郑大爷，拉磨呢？拿谁当驴了这是？啊，怎么转好几圈呢？哎，好。台阶，注意台阶，好，进来进来，哎，是一个板凳，好，坐在这儿啊，把马杆给我，我给你放在后头啊，放在这个门后头。哟、这个弦子呢，搁您腿上，好，我就坐你旁边，咱聊会儿天，怎么样？我给这瞎子让屋里去了啊！哎呀，郑大爷挺好的啊，谢谢您。怎么样？我给您算一卦呀？我还算卦啊？不算卦。哦，不算啊，帮我算一辈子卦了，我还是个光棍啊！算了算了，不灵哦，嫌我这个不灵啊？嗯，我也知道不灵。嗨，这样吧，嗯，我给您唱个曲儿怎么样啊？哦，还唱一唱大西厢？嘿呦，好听着呢。是吗？哎呀，算了算了，咱俩就坐会儿得了啊，聊会儿天。哦，大西厢您听过了、嗯、是不是？鲁达厨霸怎么样啊？哦，快板也会。嗯，怎么样？啊，算了算了，啊，咱俩就坐会儿得了。哎呀，
哦，像我这个也听过了啊。哎，我呀不给您唱了，那我给您说一段怎么样啊？说什么呀？说一段我最拿手的。什么呀？聊斋怎么样啊？这怕什么来什么呀？快闭嘴！屋里有啊？什么叫屋里有啊？他说屋里有啊，说的就是这死尸。哦，屋里有死人啊？这个老崔头呢一听这，哦，屋里有，谁家没本聊斋呀？哦，有这书。看书有意思吗？嗯，看书有意思，要我们说书的干嘛呀？哦，我们都饿死了，哇，对不对？这样吧，我给您说一段我最最拿手的。什么呀？画皮怎么样啊？郑大爷，什么想我能把死人说站起来怎么样？别介啊，话怕对了嘴，都怕对了笑。这屋里有，有。再说一句啊，这屋里有。老崔头听不对了，怎么了？郑大爷，嗯，您跟我说实话，嗯，您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这屋里有是什么意思呢？啊，屋里有什么呀？有画皮吗？啊，这，别吓你，别吓你，这瞎子卖什么萌啊？真有，真有。嗯，我实话跟你说了吧。说吧。这不是我们家。那是老王他们家。老王家。我说呢，那我当驴了，转了好几圈。还没完。原来是他们家呀。啊。老王呢？老王呢？怎么了？怎么了？咋了呀？找去呀，全一样，你瞧见了吗？别废话。嗯，老王死了。死了啊！哇，这当时都得吓死，这胆更小。哎呀，死了，给天死的啊！刚才多吓人。埋哪儿了？啊，埋哪儿了？还没埋呢，就在这屋呢。郑大爷，郑大爷，啊，你他妈是人吗你？瞎子骂街了，欺负我瞎子哥眼都看不见是不是？哎呀，停哪儿了？停哪儿了？停哪儿了？啊，你磕膝盖整顶着脑袋，妈呀！哎，多瘆人呢！我都尿了的。嚯！家里也是够忙的。你别吓唬我行不行啊？啊！我的马杆呢？我得走。要走？我得回家。郑大爷多聪明啊！啊，能让他走了吗？这没人陪了。一听说要马杆要走，嗯，郑大爷拿起马杆，噌，怎么了？出去了，跑出去了，把这门啪关上了，弄一锁，咔。锁上了，缺不缺德呀你？把门锁上了，郑大爷舒了一口长气，哎，他踏实了。哎呀，吓死我了！哎，好，不管老崔了，老崔，哎呀，在外边，没事儿，还没事儿呢，我陪着你，你进去陪呀，咱俩就一道门之隔。哎，对。进着呢，哎，一会儿生死两界了，没事儿。哎呀，郑大爷啊，你把门给我开开行不行？真害怕，我向你保证啊，我这辈子再也不说聊斋了，行不行？哎，吃饭都戒了，跟那没关系，嗯，没关系啊，待着吧，待着吧，我在这儿陪着你啊，渴了就喝水啊。饿了那有点心啊，死人脑袋上有小鱼儿啊，别说这个了，随便吃。我吃什么吃啊，我吃什么吃啊，人咬的死人手。这老崔头啊仔细的琢磨、啊、我不能喊是吗？我喊破了嗓子他不会给我开门，那明白了，我就等着吧。等什么？等着呀，明天早晨人来人了，我抓着这个老郑头我告他去。哎，欺负人。对，
欺负我，报官去，没眼没户的。哎，这不真欺负人呐！是是是，就等着吧，忍一宿。倒霉催的，怎么了？这个死者啊，生前的时候养了一只猫，啊，这个猫呢，白天它喂，到了晚上，这猫就四处玩去了。哦，白天没喂，这猫饿了，猫晚上回来了。哦，饿，屋里正好有一猫道。哦，它留着窗户留猫道，猫回来了。哦，猫走路没声音呢，对，它有肉垫啊。看这猫，爬到这个死人身上了。哎呦！他找食物啊，对呀、啊，正好前面呢几条小鱼儿，鱼腥气呀、啊，猫吃腥的呀，对呀、啊，猫来到这个胸口这儿，砰一下，嗯，窜到这个桌子上了，要跳到供桌上，一窜不要紧啊，他那个脸上盖着白纸呢，而且死人脸上有白纸，滋啦一响，哎呦，这个老崔头啊，害怕了，是吗？滋啦一响，他脚不见呢。心里琢磨怎么回事啊啊，什么动静这是？是啊，这个猫啊，看能看得见它。对呀、啊，这个老崔头呢看不见这个猫，瞎子。这个猫要吃东西呢，猫护食。对啊，它发出一种声音来，什么声音？护食就这样，呲牙。这个声音发出来，老崔头啊，一听这个声音，是俩眼差点没睁开，啊，不明了，头发砰一下啊就立起来了，哎呀，腿肚子砰上前面来了，嚯，哎呀，张大爷，什么呢？声都变了，哎呀，张大爷一听。怎么着？还哭上了啊？我记得他们俩没这交情啊。嗨，不是哭死人呐，这怎么回事啊？啊，老崔，怎么了？啊啊，张大爷，站起来了啊！哎呀，站起来了。是，郑大爷一听啊，诈尸了。试探着这仨字诈尸了。嗯，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啊是一个疑问句，他问呢，他问里头是不是诈尸了。是，老崔头一听怎么着，嗯，他以为啊郑大爷打外边看见里边诈尸了再告诉自己呢。哎呦，诈尸了，哎呀，诈尸了。是是是，郑大爷一听诈尸，哎呦，朋友们，三句话，三个诈尸了，是一共九个字啊，把这个事儿给肯定了，肯定是诈尸了，就是诈尸了。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老崔，老崔没事儿啊，没事儿，不用害怕。哎呦，我是你坚强的后盾。哎，你在外头打，没事儿。这样吧，啊，你拿个东西啊，你瞅准了。是，你给他打躺下就行了。老扑着躺下。老崔心里话了，我瞅准了啊，我怎么看得见呢？我，哎，他瞎子呀！这那你快开门呐，大爷。老崔，没事儿，别心疼了啊，抡弦子。哦，弦子在抡弦子，对对对，把它弄躺下就行了。葫芦呗，老崔头还真听话。嗯，抡弦子，对，把这个弦子拿过来，倒着拿。哦，这个这边呢冲着外，啊，弦子棒冲里，虎皮呢冲着外。哦，啊，蛇皮、虎皮什么都有，做的那东西冲来，虎蒙子，啪！哎呦，就这么一下，嗯，怎么那么寸啊？把这个长明灯给打灭了。哎呦，打倒了啊！哎呀，外边郑大爷一瞧，嗯，灯灭了啊！老崔，灯可灭了啊！他没瞧见呢，这叫鬼吹灯啊！哎呀，别吓唬他了！老崔这味儿都变了，等大爷，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抡弦子，接着抡吧。抡弦子，啊，行，啪，哎呀，啪，哎呦，打吧，咱得抡开了。
这个老崔头在这屋里和这个猫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猫招谁惹谁了啊？这怕这怕。郑大一瞧，打得还挺激烈呀、啊。是啊，啊，大战僵尸啊！嚯，你是植物吗你啊？快成植物人了，一会儿还挺厉害的啊！哎呀，不行，我不能在这待着了啊！我得走了。走？啊、干嘛去啊？哎，没事啊。啊，再瞧这个郑大爷啊。啊？哎呦！一点一点的往外蹭啊！自己搬着嘴出去的，走了，干嘛去？其实找人去了。哦，叫人，毕竟人心善呢。对，找人去了，在这路边上呢，这个路灯下边啊，有几个人在下棋呢。哦，下棋呢？四个人。哦，那时候怎么四个人呢？啊、两个人下棋，两个人看下棋。哎，过去有那样。郑大爷过来了。嚯，还搬着腿呢，多费劲！过来了，我都吓的。四个人很惊奇的看着他。嗯。不知道干什么的。四位诈尸了。啊？四位诈尸了。四位诈尸了。哎呀。你凭什么骂街？还真冷静。谁诈尸了？啊！诈尸了！哎哎，怎么了你？这几人一听，这怎么着？啊！诈尸了！啊！怎么回事？是。原来啊，那屋诈尸了。哦。啊，是，你说明白了，解释清楚。四个人心里琢磨了，嘿，听说过诈尸啊？啊，还没见过。是吗？哥几个啊，瞧瞧去。嚯、哦，走，真有胆儿的。这哥四个。一人拿了一钩杆子，钩杆子，消防用的钩杆子。哦，过去搭柱也有那种。哎，对了，挺长的。嗯，一人拿了一个。这会儿有那聪明人是吗？说一句话，说什么呀？哥几个，嗯，记住了。说什么？到那儿碰见僵尸，不要跟他说话。为什么？自己也不要说话。为什么呀？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啊！你的阳气儿和僵尸的阴气儿一结合，坏了。怎么了？活人活不了。哎呦，死人呢？也活不了，贫嘴嘛，知道吗？哎呦，走，谁也别说话啊，不能出声。朋友们，倒霉就倒霉，谁也不说话。上面怎么了？死人，四个人过来了，再听这屋里，啪，哇，啪，这还抡着呢。哇，这四个人一听，心里话，这得多少植物啊？哇！还是你了，这是还挺厉害的啊、哎！四个人拿着钩杆子来到这个窗户这儿，噗噗噗噗，怎么了？戳进去了啊！把钩杆子捅进去了，捅进去了。哎呦，就找啊！找什么呀？心里琢磨着，肯定能勾着他。哦，糊弄那僵尸啊！这外边这钩，这糊弄呢？里边这个老崔头，啪啪，他也在找僵尸呢。对呀、啊，争取啊，把他给弄躺下，糊着倒了。啪！再瞧外边这个。晃了，哎呦，嗯，勾着什么？我、哦、就旁边那个，你那心里话，我这个勾着了，真勾着了。再瞧里边那个老崔头，就是啪啪。心里话，我勾着了，啊，他也打着了，哎，争取啊，把他弄躺下啊。里边这个呢，打这边使劲儿，外边这四个呢，这么使劲儿。哎呦，里边这个没有外边这四个劲儿大。废话，这勾着弦子上了，滚，都不敢说话。嚯，这么一蹬不要紧啊，里边这个弦子啪折了。哎呦，那折了是？这个老崔头紧退两步，噗噗噗噗。啊，坐死人肚子上了，嚯，多吓人呐！我一看，这手一摸是脑袋，这手一摸呀、啊、是两个脚。啊、哎呀妈喂，说话嚷嚷起来，妈妈了。外边这四个人琢磨了，哎，郑大爷，不对呀，不是僵尸吗？怎么喊上妈妈了？郑大爷说了，我忘了说了啊，里边还有个瞎子呢，忘了。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抡弦子，这是一个传统的相声，最早是一段单口相声，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对口相声来表演。为什么单口相声改成对口相声呢？为什么？就为了让那些个人就也能挣钱，明白吗？要显得多么不要脸，对不对？您自己摸摸自己良心，是这意思吗？嗯，是。你站起来，你坐哪儿了？坐在死人肚子上。坐下摸摸。这是一个没有鬼的这么一个鬼故事，真吓人。我这是在这个剧场啊第二次表演这个节目啊，对，还有很多呀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行行管叫吃栗子的地方。什么叫吃栗子？就是这话没说清楚，对，打一磕巴，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是啊，希望大伙儿能够理解，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多，说的好与不好，到与不到，您各位担待着听，多包涵。反正票已经买了，这个反正话说，反正我们是卖力气了，对，拿出我们的好节目来了。刚才这个节目呢，说的反正挺好，反正也是。出汗了都，轻话，轻你不出汗的一个人。朋友们喜欢听相声，这是好事啊。吓的，他不是吓，他轻你不出汗。原来那汗都痒着，你才痒汗呢。当我听不出来呢？啊，我不是痒汗，我偷人。奉劝您经常来听相声啊，特别是我们小剧场的相声，我们每天都是在现场胡说，现场直播。您说清楚了啊，现场直播，哎，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说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再给您多说一会儿，好，说点小故事，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说点谁的事儿呢？谁？就是他的事儿。这个我挣钱不亏吧？其实呢，他是一个有钱人。嗨，啊，有的朋友说，那你说相声是为了挣钱吗？是吗？是，倒是逢吃，就是为了挣钱。可是他不是，我怎么了？家里有钱。嗨，他是一只富二代。我什么叫富二代？一位，他是一位富二代。什么叫富二代呢？就是他哥哥特别有钱，这叫富二代。他嫂子有钱呢，这叫嫂二代。您别胡说，还有弟媳二代。您别胡说行吗？怎么了？我哥哥有钱，我就富二代。你是你嫂子生的？你怎么说话呢？你胡说八道！谁有钱？得是我父亲有钱。我没钱呢。哎。甭费啊，下台我就埋了你，我告诉你。请哪儿了？没有啊，他父亲有钱。对对对，他父亲是俏江西的老总。我们还有这倒霉买卖呢。去年他弄了一妞叫大 H。 有没有？大 H 长了一个本田的脸。大 H 吗？大 H 有一个妹妹叫小 H。长一现代的脸，现代那是斜的，那不小 H 吗？反正是小一号。哎，这人呢，有了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哎，都这样，一般都是这样。对，他也不例外，是吗？买了房了，也买了车了，当然，买了一个七手的奥拓。电车，你等会儿，风一吹，噌就跑了。哎，对，纸糊的是吧？我买装过吧。那几手的奥拓？七手。你实数吗？实数。哎，这是七，您说那是九手，什么都不懂。你说这是九，你比划的，这是七。手癌？那什么话？食指癌？不是，谁手这么平啊，张的？77。
见了鬼了，这是。反正是亲手的奥拓。哎呀，那车牌照清 A 的。哦，青海的，清朝的牌子。清朝的，特别的古老啊，没听说过。还清 A 的是吗？清朝政府的牌子。哎，这好 A 嘛，就是政府。哎，这别说了，你知道吗？清 O 就是警察的。哎，好。啊，清 A 就是政府的。对，那清朝政府有去烧皇上八国联军逮着啊？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明朝政府知道隋 A 吗？隋朝政府啊。秦 A。 秦朝政府。女娲 A。 哎，盘古 A。 一点知识都没有。知道秦 B 吗？哎，脑筋急转弯是吗？甭说这个啊，秦 B 我知道。什么？秦始皇时候的钱币。不对。怎么不对啊？秦始皇那会儿的出租车。哎，出租车。哎，聊聊。哎，这个编瞎话有意思吗？有。哎，雷劈这样，反正就是外地来的车。别胡说啊！这不快过年了吗？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快过年了，嗯，跟自己的父母告别一下。告啊，要带着自己的娘们大 H。你等会儿。去年年底，我要跟父母告别一下，我死去是怎么着啊？什么叫告别呀？就说声再见，出去玩去。打声招呼，出去串亲戚玩去都行。对，别说告别。对，去走亲戚去。我死去，我上外边。哎，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哎，开着车要去石家庄。哦，不近，找自己的后爹。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亲手到。等等。我在家跟父母告别，告完别嘛，去石家庄找我的后爹。对，那在家这位爹是原配吗？这个是后后爹。没听说过，哪儿这么些？什么叫后爹？家里这个是你的父亲。对呀、啊，去你去看你的后爹，怎么冲突吗？太冲突了。什么家里有父亲就不能叫后爹知道吗？但他没了这才叫后爹呢。你干爹。不是您，我说干爹跟后爹是 不一样，你们两码事儿。就你说清楚了。开车去石家庄找自己的干爹。哎，啊，就看看老家。哎，对，认的干亲。上了高速坏了。嗯，车坏了。能车坏？轮胎坏了。轮胎怎么都坏了？爆了。哎呦，全爆胎了，爆一口。哎呦，啊，不大，爆一小口。哪胎呀？左后。左后。嗯，哦，就这后边这个。啊，对，左后爆了。是吗？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呀？媳妇儿。哦，大 H， 大 H。恐怕就好不了我。你去看看是不是爆了？看一眼吧。啊，他媳妇去看看，不大会儿回来了。嗯，老公，老公，确实爆了。瞧这死爱死的样。怎么办？后边去啊。干嘛呀？好嘞，去推推车。推什么车啊？推车。他媳妇把车轱辘抱起来啊，他踩油门走。你等会儿。抱一台啊，他媳妇抱着车轱辘。对，我还踩着油门走啊。我这是憋着换媳妇呢是吧？什么叫换媳妇啊？废话，我媳妇是肉的。不是，没有，已经踩油门，他抱着轮胎干嘛呢？打磨在这儿，怕轮毂坏了吗？怕轮毂坏了。嗯，我媳妇不怕坏了啊。那仨轱辘转，这个就不用转，就抬着呗。没听说过，那仨转这也转，还踩油门，我怎么了我？我这么恨我媳妇吧？行，反正就到了下一个服务区。哎，哪个命活，俩人推着走呢？那也行，没有踩油门的真狠。到下一个服务区，买了一个气筒。哦，买一气筒了吗？打气啊！你等，你等，你等。我缺心眼儿不？怎么到服务区？到服务区你补胎不好吗？买一气筒打气管什么都不自行车，那是气筒。人家都下班了，都放假了，你不想补胎呀？哦，没人啊。啊，那不都买气筒了，那管什么用啊？没办法，打胎呗，对不对？哎，对。您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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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性质可不一样啊！啊，什么叫打胎吧？打胎气，还打胎气，打气就完了啊，把胎那儿去了，打气胎。哎，没有，在高速那流着产，流产了。
孩子事儿没有。怎么这么惊悚呢？没有，您说错了，那叫打气，不叫打胎。反正就是行行，哎，打气。朋友们，他这窟窿眼啊，穴位有些大。哎呦，打俩钟头啊，能开一个钟头。哦，知道吗？打俩钟头开一个钟头。对，那我费那劲干嘛呀？我打吧，打了俩钟头。嗯，上车，赶紧走。啊，一会儿没气了，往前开。啊，开了得有十来分钟吧。哦，行，去看看，来看看。好看，你还有信没信？下车看看吧。走。再看他媳妇儿。哎，你站好了，这台对左后，让我媳妇看看。嗯，他还趴过来看。我一回头不就看见了吗？哪儿这么捣乱呢？还得趴过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知道吗？我们俩跟死在高速上，知道吗？我自己回头看一眼不就完了吗？那样也行吗？对，废话，而且行，你就我自己看，别让他挪过来了再。怎么了这是？也行。哟，没气，没气了。我这么快、啊？吱，停车。哎呦，刹住，打气。好，你给我捂着点，快点。这么漏气就别打了。把媳妇撅那儿。哎呀，打错了呗，捂着点。我说打胎吗？没听说。你说打错了，我说打错了。不至于吧，大姐，老护士的。哎呀，乐得不行了。我看你乐得都不行了，你打了俩钟头，哇，差不多了。嗯，他媳妇一松手，赶紧开，赶紧走，这五分钟。哎，好，没戏了，我不打他不好吗？我简短截说吧，走了得有二十多个小时。我啊，那算是到了保定了。到了保定的郊区呢？我从北京奔石家庄，对，二十多个小时看到保定。我在高速上干什么来的？你又打胎是又没有胎气是？我在高速上打吐血是怎么着？是吗？什么叫事吗？没有，你还打出血了呢。在这儿那怎么办呢？不要他不好吗？得开呀。那么样的，我到了保定的服务区。哎呀，心里琢磨，这不是个事儿啊。对呀，啊，到了石家庄的明年了，得我那怎么办呢？赶一晚年，想出一好主意。嗯，叫快递。快递干嘛？送轮胎。你看还是我聪明。我看，哎，打了一电话，哎，叫了一快递，是十五分钟快递来了。哎，装轮胎。你等什么？十五分钟来了。对，我之前那二十多个小时我浪了。我早打电话不好吗？我哪知道啊，这不你的事吗？你告诉我的。我缺心眼儿了。我五分钟换好了。对，总共二十分钟的事儿都弄好了。人家快递员呢，这手拿着轮胎，破的。嗯，请给钱啊！给钱！啊，哎，我再问您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您这车有备胎吗？嗯嗯，当然有了，七小的奥拓当然有了。有备胎呀、啊？我弄死你！我，你弄死我干什么？有备胎我早换上不好吗？啊？我是无辜的。你是无辜的，你是意外，知道吗？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啊！甭废话，我才是无辜的呢！我这车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二十多个小时，二十分钟完的事儿啊！我早知有备胎，这二十分钟都不用，知道吗？说的是啊，真行啊！那是有备胎呀、啊！哎，往前开吧，啊，往前开。开着开着坏了，天黑了。废话，二十多小时了啊！再一次黑了，是吧？都转天了，这都再一次黑了。哎呀，突然间坏了，怎么了？大灯没了，车灯坏了啊！车灯坏了，他媳妇还说呢，坏了，老公，你看见没？
没有？大灯没有了。我看见了。哦，瞧瞧，还挺镇定。不过没关系啊，咱有双闪。那管什么用啊？那个没大灯开双闪管什么用啊？他也有亮光啊。那管就那点亮光够看什么的？可是只有一个双闪亮。我还单灯。左边那个，哎呦，哎呀，只有左边这儿有一点亮光，哎呦，开车的情不自禁往左拐，哎，就这儿看得见吗？啊，简短截说吧，哎呀，总算是到了石家庄了，不易啊，要交这个收费的条，我这比取经还难呢，给您，给您条，嗯，收费员拿个条，好了，我等会儿啊，嗯，算账，怎么了，大哥，啊，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问吧。您是前天上的高速啊？北京到石家庄也就俩钟头，您走了48个小时啊？您都干什么了？我打胎来的。没有，补胎来的啊？有补胎来的？哎，你管着吗？我旅游来的。哇，旅行结婚？哎，对，48个小时。哎，反正挺累的，反正。废话。啊，行行，哎呀，是人吗？这个人，结账，快结账，往前走。出了收费站，坏了，嗯，车没油了。哎呦，这车不易，坚持两天了，多么的悲催呀、啊，朋友们。嗯，车没油了，怎么办？怎么办？正好啊，旁边有俩壮小伙子。哦，哎，哥们儿，干嘛呀？帮我推下车去。推车吧，我看见加油站了。哦，前面有加油站啊，我看加油站了。嗯，帮我推到加油站行不行？啊，推什么？啊，也就一公里，帮个忙行不行？啊，行啊，啊，2000，哎，一公里要2000，帮忙推2000，你要2000？对呀，我打胎我都没要钱。哎，云哥，你要我2000，你是不是要疯了你啊？啊，3000，涨1000呀，推不推？老公，老公，别让他推！哎，我的媳妇儿，没事，要不我去吧，行吗？我去买油去，我一会儿就能过来了。啊，能让你去吗？呦呦，能让你去吗？是吗？我还算爷们吗？蛋，过来推，好晃，不就3000块钱吗？啊，得了，那俩人推了得有8个小时。对，这是一公里吗？这个天再一次亮了，我都听得鸡爆响了，总算是来到这个加油站了，太远了。先生，给钱吧，我俩还不累，3000啊，得了，给钱啊，拿走，拿去，给人点了3000块钱。是，哎呀，他媳妇气的不行不行的了，见着钱了，臭不要脸，臭缺德，臭嘎嘣，你是不是人啊？你给他3000块钱，你行不行？推车1公里，给他3000块钱，你行不行？你要不要死啊你啊？急了，咱就要死啊！哎呀，这会儿他说一句话特别的可乐，我说什么了？媳妇儿没关系啊，这8个小时我一直踩着刹车呢。哎。谢谢朋友们，刚才这都是小段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当然了，相声都是编的，哎，这段是真的。哎，我爱这段，我说是真的吗？是，这都是真人真事儿。接下来的时间还叫返场，再给您说一个小段啊，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说点谁的事儿呢？谁呀？他的事儿。我怎么那么惨呀、啊？这不从石家庄回来以后吗？别连着说了啊！好吧，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不光是他，还有我们后台两个演员，谁、啊、一个叫高峰，一个叫郑好、啊，郑老师，他们三个人去年都有好事儿。啊嗨，你说他干嘛？都生了孩子了啊，这都是男孩，对，多好啊！嗯啊，经常几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抱到后台呢。这三个小孩分别呀、啊、都有名字。废话，哎，多奇怪！哎，这奇怪什么呀？高峰的儿子叫乐高。哦，你看，多好，高乐高啊！这孩子这么甜呢。高乐高怎么了？哦，你打左边看是高乐高，哦，打右边看，嘿，还是高乐高。老师判卷的好判呢，嘿，就这么奇怪是吗？正好的儿子叫恩奇，哦，恩奇，郑恩奇特别的大气，是你师傅给起的。孙悦的儿子叫行者，哎，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来到这个后台，搁这，你儿子才猴呢，你孙行者像话吗？怎么随了你大师哥？随你大哥，
脏话吗？这个没有叫孙行者的，者行孙。哎，对，嚯，连姓都改了，行者孙。没有啊，胡说八道。悟空怎么样？玩去，那不就猴吗？那个国庆怎么样？没听说。哎，珠子，孙国庆像话吗？没有啊。那你说一个，我叫孙悦，我俩字儿，我儿子得仨字儿，多简单，中间加个小，我儿子孙小月，我儿子小月就完了呗。要不说你是个意外，你不是都打开了吗？能别说这个，你甭管叫什么，不管了。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来到这个后台。那天呢，高峰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什么主意？抓周。什么叫抓周？你等。那是想出来的主意吗？这是老的传统习俗，这您知道吗？这我知道，给我们讲讲。孩子到周岁的时候，家里弄一个笸箩或弄个东西，里边搁点日用百货，让孩子爬过去抓去。抓着什么东西，拿这个东西寓意孩子以后长大干什么，这叫抓周。说实话，就是封建迷信。哎，这叫命说。正好那天后台有一筐，筐里搁点东西，搁个笔记本啊，搁个杯子呀，搁个手枪啊。后台还有手枪呢。玩具，打火机。对呀、让这小孩来抓。是吗？第一个过来的高老高。老高，高老高过来抓。抓什么？抓一杯子。哎，高峰特别干嘛抓一杯子呀？高老高嘛。长大把自己欺了啊，长大以后有地方待呀。没听说过啊。高峰特别高兴。高兴什么呀？看我们这孩子多棒。长大以后局长。哎，来局长。你等会儿，怎么抓个杯子就局长？端着杯子开会，局长。哦，端个杯子开会就局长。哎，对了，就不能看大门的呀。那是退了以后。哎，对，那局长也不怎么样。这个第二个过来郑恩琪。恩琪啊，过来抓。抓一手枪。哎呦，正好特别高兴。是吗？看我们这孩子多棒啊，长大以后警察。哦，就不能是黑社会呀。几率小。击毙的几率小。警察。多好。是该孙悦这儿子了。孙悦的儿子。他孙悦这个戳穿了，真是。这儿子过来。哪儿子？孙悦的儿子。他的儿子过来啊，抽啊，就这么一下。怎么了？把这筐给周了，掀了，掀翻了。哎呦，当时他特别高兴。我还高兴，看我们这孩子多棒啊，长大以后城管。城管啊。让你浪一个呢。谢谢谢谢，这个时间已经着实的不早了。哪有表？真白。时间已经不早了啊，我们这个时间是有规定的，就是10:01就应该结束。10:05，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现在已经快11:00了。我们的风格就是给的多，这是我们俩的风格。好吃，还不多给。对，接下来的时间呢，给您唱一个。其实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是是是，唱一个什么呢？五环之歌，还有就是闹着玩的主题曲，到底听哪个呢？要不俩都别唱。好，唱一个五环吧。主题歌那个我不会唱，因为我是配角，是人家唱的。啊，你配的音？对，我配的音。你配的像？管得着吗？你们不懂好赖话。五环之歌献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特别好听，谢谢。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唱一遍得了，你的死别唱，再唱。
你在我们这数圈呢你啊，朗朗上口。废话，这谁不会唱啊？我们大伙一听就会了。会了吗？不会了。咱们一起唱好不好啊？咱就为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每个人都要唱哦，一定要嗨嗨皮皮的，怎么样？什么叫嗨嗨皮皮？成语。一定要嗨嗨皮皮的心态。没溜，没溜，对啊，就唱到六环呢。没听说，再来一遍。教员们，浓重的邪教色彩，这邪教色彩啊，对吧？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唱一个耳熟能详的歌曲，唱一好点，《春天里》。谁呀？这帮倒霉魔还有《春天里》呢？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长了回来就做梦啊！说春天有大花轿吗？这不是？它里边有春天里啊，有这仨。不行，得唱春天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高高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有意思吗？唱春天里，你是不是打可牛吃多了呢？你们家打可牛口福的呀？怎么满嘴冒小气呀、啊？你没听说？你得唱春天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我还是这个吗？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哎，拐调拐调。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哎呀呀，看看看，浪里个浪，里个浪，哎呀呀，这多难听啊！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小黄眼睛里，确实吃多了。到底什么春天里？汪峰的，汪峰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哎，说这个。就会一句。哎哎。说着唱啊，会几句唱几句，多唱。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我拿着我那破木吉他来到了北京五环之上。